嗨，欢迎大家回到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哦。我们的新面孔， hello. 哎，新面孔又都换了啊。那方伟和新田大家都已经很熟悉了。那我们介绍一下我身边的这位年轻的帅哥 David 张，他呢是百万级别的英文频道 China Insider， 大家可以看一下 China Insider， 去看一下他的频道，去 sign 一下。那么很高兴呢，他是年轻人的一代网红代表呢，坐在我们的直播间，让我们一起的关注美国2024年总统大选。那方伟都就不用哎，对不起，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好，我很快介绍一下，我是 China Insider 的主持人 David 张，很荣幸参加今天18个小时的直播马拉松。哎，你这么确定18个小时吗？超过18个小时会怎么样？20个小时、25个小时都可以啊。好，跟你的听众和观众向他们呼吁一下，赶快 sign 诸多的频道。对大家，因为我的频道都是英文，我就说英文了。Everybody, if you're tuning in, you can understand Chinese. Well, we're doing a live stream in Chinese, but feel free to comment. You know, subscribe to the channel if you haven't already, and check out our Genesis Media Alliance. We do have an English channel as well. 所以来带我们学英文呢？对，你的频道当中的年龄段和比例到底什么情况？跟大家介绍一下。很好的问题。我其实，在18岁到35岁这个年龄段，我是占大概是70%左右的这个听众，所以我代表今天就是要跟大家这个。在这个舆论上，我们要对年轻人这一块啊，我要给大家出一个这个风头。对，OK， 好。那么如果有年轻人的，或者是呢有上了岁数对年轻人不理解的，问问他，他就代表着年轻人。那方伟呢还不能跳过去，虽然大家熟悉了。方伟，刚才你不在场啊，你的观众太给力了，给你很多捐款呢。哎呦，所以我谢谢大家。对呀，你要跟你的观众说声谢谢。还有呢，买书的啊，买你的书的和奖品的，你也要兑现啊。对。那隔着方伟这一位，大家是不是熟悉呢？如果2020年大家那个时候看过我们17个小时的这样一个联播的话呢，那就是蓝树先生啊。那方伟当时我们是怎么个情况？给大家说一下。一把辛酸泪啊！当时这样的，我们就是大选也是10几个小时嘛。我记得第二天就是什么都变了哈。接着我觉得我们休息了一天。是隔了一天就觉得不对劲儿了，这不对劲儿哈，于是就开始每天做节目。当时我们是做的可以说最频繁、最持久，73天连续没休息，也最深入的哈。所以当时就是高杰、方伟和蓝树哈，三剑客还有我呀，对，今天也时不时的上的。所以呢，当时其实我觉得方伟就好像把那一天就跳过了，就想的就是那天辛酸泪。其实那次的17个小时的直播，我觉得在华人媒体里面。自媒体里面都是独一无二的，对不对？就所以因为我出去采访的时候，就碰到很多，就已经过了好几年了。就是比如说去年我在华盛顿 DC 采访的时候，结果一位芝加哥的一位商会的会长，结果就碰到，因为是台湾这个商品展嘛，他第一句话就说：“哎呀，我是看了你们这个2020年大选直播的。”所以我觉得那一天那一天的这个直播，我觉得对于我们华人来说，真的是给他们很深很深的印象的，所以不能跳过那一天的。对，这能这样好不好？在座的有哪些人？这个在4年前经过同一天的留个言好不好？我们看有几个人在这边哈，有多少人？听众那个时候还没有到这个投票年龄的啊，太年轻了，在这坐着比的我们都老了。江山再有才人出哈。对，所以呢，如果您曾经去4年跟我们一起关注过当年的美国大选的话呢，请在下面。送一朵红玫瑰好不好？打一朵红玫瑰，让我们看看有多少人从4年前关注着美国的选举，到今天仍然呢密切的关注着今天的结果呢？好，屏幕啊，玫瑰呢都打上来，然后蓝树先生得说几句话。当时呢，蓝树先生他也是一位老移民，而且呢，在美国有着深刻的这种，他是个资深的调查记者，也有呢深刻的生活的经历，就是真正的美国人。那么他呢，对美国的一些社会的观察，那真的是从他独特的一些角度上。那我还记得呢，当时他跟大家讲，哎呀，大家不要太难过，未必是坏事儿。但是我当时很多人不太理解，来讲一下当时的你的回忆。对，那个是2020年1月20号，马上川普就要离开白宫了。当时我是讲，就是说川普离开白宫，继续在美国的民间领导这个 Mega Movement， 就是这个让美国重新强大，这个美国第一的这个运动未必是一件坏事，因为 Mega Movement 它实际上时间比较短，它需要一段的时间去沉淀、去积累。那川普当时实际上他是没有经过这个过程，所以说他在党内还是在民间，他都没有足够的支持度。但是到了今年，我们回头再看，很多人，特别今年啊，主要的大选话题是经济话题。而这个让美国强大起来的，它一个最核心的一个东西就是，其实就是让大家日子过好一点，对吧？所以说今年又是一个经济话题。回过头去看过去的8年啊，这个 Mega Movement 的成长成熟，然后呢，走入更多人的这个人心里面去啊。所以这一次呢，他发挥的力量就完全不一样。所以说你回过头来去看，当时川普离开白宫，确实不见得是一件坏事情啊，就不是一件坏事情。那我加一加好吧。其实刚才在之前我在那个旁边的房间里我看到哈，现在是到今天为止哈，就是加入川普阵营的叫做右边、中间、左边，然后到这个叫做多族裔，然后刚才看到就是罗德岛的黑命贵的领袖，今天宣布要给川普投票。所以他简直是 pretty amazing 哈！黑命贵的人也受不了了。有一个人，我跟大家念一下，有个人这么说，他是一个独立人士啊，他说我没有办法想象我会这么去做。他怎么说呢？他说这个共和党现在发生了一些令人惊奇的事情，向所有的背景的人敞开大门，民主党像小罗伯特肯尼迪，独立人士像这个加巴德啊，自由人士像 Ron Paul， 移民像Lily Tan。华人啊，莉莉探，他说我对于这个 Unity Party 的想法觉得难以置信哈，那我现在只能哈哈大笑。我原来以为它是个骗局，但是现在居然在我眼前形成，这是他的一个反馈哈。然后碰到马斯克，叭一把推上去，又是几百万的这个观看率，这是在 X 上面的事情。对，这个其实我在采访选民的时候啊，我觉得也是让很多，就说很多的他以前可能是民主党的，或者说是没有投这个共和党票的，他们也我记得在旧金山这么 liberal 的一个城市，大家记得吧？就是6月份的时候，他们不是这个亿万富翁那个 David Sacks。给川普办了一个筹款会嘛，然后那里就有很多的川普支持者，然后对面就站了零零星星的，就是反对川普的人嘛。结果就有一位他戴着墨镜哈，他还不愿意透露他的那个身份，但是他就跟我讲，他说他认为呢，现在就是说民主党是变了，共和党也变了。啊，所以对他来说呢，当然他有些观点不一定跟我们的观众朋友非常相符啊，但是我觉得他讲的东西很有 insights， 就是说反映了温和派的民主党人对于目前就是美国政坛的这个就是光谱哈是怎么看的。如果大家有兴趣呢，可以去我的频道里，现在就可以去看那个采访，或者说看完了这个节目之后可以去看。我觉得就是很对我们去理解啊这个民主党、共和党的这个变化。是很有帮助的。具体的说一下你的 point， 他到底说共和党怎么变了，民主党怎么变了呢？对，就是民主党呢，他也是有一些就是极左的那一波人呢，其实是让像比如说像 David Sacks 啊，就是一些原来是支持民主党的这些富翁、这些硅谷企业家，他说他们就害怕这个民主党被极左的。那些人给绑架了，然后他们就要去寻找出路。而在他看来呢，川普这个 MAGA 呢是还是靠极右的，这是他自己的看法。但是他觉得为什么有一些硅谷的这些亿万富翁啊、企业家，他们会转而去支持川普呢？就是因为他们害怕这个极左去势力太大了。所以他们就转向川普。好 ，David， 我还看到其实挺有趣的哈，是这种新兴或者说是新的明星概念和旧的明星概念的这种区分。我们看到其实贺锦丽团队有很多明星去支持他，什么 Taylor Swift 啊，就包括今天我还看到那个很著名的 Olivia Rodrigo， 一个菲律宾混血，她也是很著名的一个女的歌手，她也去支持他。可是我看到川普这边的阵营都是一些更年轻的这些所谓的明星，像什么 Joe Rogan 昨天晚上也背书了，马斯克。这个 Tulsi Gabbard 还有很多其他这些人，还有像那个49人队的，就也是旧金山的49人队的那个一个队员。其实我觉得他们这些明星哈，是我们这一代人真正认为的明星。我们已经抛弃了很多歌手的这些，虽然我并不觉得说碧昂斯对你太老了吗？对，我从来没有听过他的歌。像麦当娜对你来说太老了。我从来没有听过 Taylor Swift 的歌，但当然，其实我也是觉得这是一个性别问题，因为是很多男性他不会去听 Taylor Swift， 对吧？很多女性她也不会去听这个，就是可能一些摇滚歌手啊什么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 inevitable 的一个变化。我觉得这也是我看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很多年，特别是很多年轻年呐，男青年，他们喜欢去听 Joe Rogan 的 podcast， 他们而不去追这些我们所认识的传统的。所以就是说 ，Joe Rogan 采访那个，就是说川普去上 Joe Rogan 是他的，据说是他的儿子 Barron 给他建议的嘛，他建议给他要上。Gen Z 和这个零零后的这种做法，我一看哇，跟我的这个川普的儿子比我小几岁嘛，但是我觉得我们之间这个共同语言会有很多的，所以对。我们是不是要讲讲那个？我们讲讲爱荷华的今天这个爱荷华的星期六的民调是个炸弹，嘣！结果刚才前一节是怎么说呢？还说就是没有人能够理解为什么会民调出那个样子来，到底什么是真的？怎么样 ，David 跟我们说说看，我这个发酵的情形是什么？我是这样，我是一开始还不相信这个 Seltzer 他做的这个民调，但我今天看到了。我说全一点，就是爱荷华的一个叫做民调王后，非常有信誉的一个王后，叫做塞尔泽，对不对？做了个民调，结果川普是落后哈里斯三个点，在一个共和党的州，爱荷华落后3个点，这是什么情况啊？对我觉得这很奇怪啊，因为我当时看到这个民调说川普在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深红州还落后3点，我觉得当然它里面提到了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这个年长的女性她们可能会支持哈里斯比较多。我今天去看了这个是初期选票和邮寄选票的这个数据呢，是在 NBC 网站上看，现在在爱荷华这一个州啊，女性要比男性多出10%的这个选票的这个起码是在初期选票哈。那这个其实跟他那个川普落后3个点，我觉得其实是可以在数据上是可以说得通的。对，因为这个事情出来之后，我其实跟唐靖远我们就吵起来了哈。我说这个塞尔泽，我横看竖看就是很有信誉的一个人，他现在等于是一旦他要是错的话，他这一辈子的信誉就垮掉了。他还是坚持说，他说让数据说话就好了。他说我没什么可说的，我没政治倾向，让数据说话。我当时就觉得这个人真是靠谱吗？对不对？但是呢，这个爱默生学院的民调，这个其他的这叫做什么来着？提前投票的数据全都是跟他矛盾的。所以刚才那个谁呀、那个 Megan Kelly， 人家问他说，到底爱荷华的民调怎么回事？他说 Nobody know anything now。不过确实有报道说呢，他这个民调后来这个 Seltzer 他有承认说，他确实采访这种女性是比较多。不是没有，我真的查过没有。有。我确实查过，因为它这里面有一点就是爱荷华州它不是一个深红的州啊，它是一个 likely red 正红州啊，它是一个 likely red。它4年前是赢了8点，在8年前赢了9个点。对，它没有就它不是个 solid red，solid red 要15%，对吧？所以说它没有到15%，它是一个 likely red， 就是说它基本上是一个可能是红州的这么一个州，对，它一直是属于这么一个情况。是这点，我其实也是比较认同的。为什么以前就是说我有做过采访，就那是因为就是说他们有做一些排名，就是对于各个州的排名嘛。那爱荷华，因为是我以前刚来美国的时候就到了爱荷华州，所以对它也是有一定的感情，也有一定的了解啊。那我就看这个爱荷华州，它其实经济啊什么还不错的，所以我就有去采访。电话采访，但是在采访过程中间呢，我就发现他们的一些人呢，是对于比如说哈，对于清洁能源，就这种比较 liberal 的这个观点，哎，我觉得他们还蛮拥抱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很有可能呢，他这个州呢，有一些选民他确实在往那个方向转的。我认为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堕胎这个问题上，因为它旁边有一个州就是堪萨斯，我们看到2022年的时候，它其实它在堕胎问题上，它的公投呢，它是反对当时州要禁这个整个堕胎的这么一个法律。他们州是大概我看了一下数据是，反正就是是这样，是59%比41%否决了这个堕胎，就是禁止堕胎这么一个选择。所以我觉得在美国中部有很多州，它虽然是红州，我并不觉得它在某个问题上，它的某一部分的这个，比如说女性选民，或者说是白人女性，或者怎么样，它一定会符合这个州的这个政治选项。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点上 ，Seltzer 这次做的民调，它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现象？我觉得很真的有可能是女性的这种变化所造成的。所以堕胎问题，我认为是一个最大的原因。对，堕胎问题实际上是川普2020年这个辞掉大选输给拜登的一个很主要的原因。今年呢，实际上最主要的是经济问题，30%到35%的人认为最主要是经济问题，接近20%认为是这个非法移民问题。那10%到15%的人仍然是把这个堕胎这个问题，认为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但是我觉得堕胎这个问题，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奇怪的问题哈。它这个堕胎问题，它只是对某一个人这么一个选民这么一个范围，它是一个100%的一个问题。可是，在比如说我昨天做的一个民调，那个高杰让我去做了一个民调，我的观众呢，大家先要知道是80%是男性，所以在堕胎问题上只有7%人选了这个民调投票。在男性的话，这个堕胎问题是一个非常不关心。对，但如果你在某一个女性，比如说可能高教育女性上，她可能真的觉得堕胎问题。我跟你讲，对很多女性来说，这一句话就选总统了。嗯，就这个堕胎就选了。真的，让我非常诧异啊！我出去采访的时候，我意识到这一件事情：一个堕胎让一个女性就选总统了，别的都不想。对，我这次不是去了好几个摇摆州采访嘛，也包括像纽约这样的那个麦迪逊广场花园采访。但我是发现什么呢？就是说有些人他会支持民主党候选人，他就说，我觉得两个原因，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堕胎问题，或者说他就认为说这个 democracy 啊，要保护这个民主。那么对于这个堕胎问题呢，那我就问他，我说你了不了解说，其实就是共和党方面候选人川普，他是说要把这个堕胎权给到州而已。有的人他说不知道，像有的年轻人他完全不知道，他说哦是这样吗？这是一个。第二种呢，更多的人他是说 doesn't matter， 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最高法院判这个Roe v. Wade 的案子呢，里面主要的保守派的法官是川普给指定指定的任命的，所以他就认为说川普就是要把我们这个权利夺走，就是他们不会去仔细的再去了解。这个 Roe v. Wade 被推翻的这个案子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背后其实是让州去做这个自主权，他们不关心，他们只是说 OK， 你把这个 Roe v. Wade 给推翻了，川普你是支持他的，我就反对你。对，就是情绪化。很多判断是很情绪化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数据上面也可以做一些解释啊。我看到佛州2021年堕胎数据哈，大概70%，也就是3/4左右的这个堕胎的这个案例，都是他们选择性去堕胎。而比如说你像类似于就是在强奸呐，或者说这种就其他的这些原因上，它都比如说什么1%或2%，所以在很多程度上，我觉得民主党在做的是把这个堕胎化，你说情绪化也好，或者你说把它政治化也好，我觉得这一点上，它是否真正有效，就是说让那些小一部分的真正需要，比如说可能在某些堕胎问题上，它是真正需要这个手术去做的话，把它给覆盖成这个，就是说剩下的3/4的都是说我选择去做堕胎呢？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今晚上要看到就是一个很关键一点，就是这些女性会不会因为这一点就反对川普？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这个觉得还是需要去观察的啊，因为你现在谈到的这一部分，因为如果说是不支持堕胎不支持这个在堕胎问题上不支持川普而去投 Kamala Harris 的这一帮人这一批人呢，大概是中偏右和中偏左的，就是这种比较 moderate 的这种共和党，或者是比较 moderate 的民主党，所以主要是这一批人。啊，对于这一批人来说，我觉得今年因为女性嘛，对吧？女性的很大一批人，他们其实是对这个你们家里的那个餐桌上那个摆的那个菜式多了还是少了？以前摆10个菜，现在只能摆8个菜了，对吧？因为你这是总共的这个通货膨胀是累积了20%，你的钱包缩水了20%，对吧？所以说他们仍然在这个问题上，他还是有一个就是到底是理念重要还是你的这个钱包重要的这么一个选择。所以我们可以去看一下最后到底的结果是什么。首先咱们问一下咱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哈，我们来发一个民调。如果您是在美国，你了解您周围的亲朋好友，特别是女性朋友，他们会不会因为堕胎这一个不同的观点来做他大选投票的决定呢？你说他们会，他们就会因为这一个，你说 yes 啊，那就打一个 yes。 如果说不会，我更关心的是通胀的问题，请你打一个2，因为呢，现在今年大选呢，全美国人近40%、30%多呀，都关注的是经济问题，也就是通货膨胀的问题。第2位呢，20%多是移民的问题，堕胎已经是16%以下了，是今年和2020年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今年这件事情会不会成为女性？刚才都讲到了，要关注您或者是您所了解的女性会不会，或者说白了跟经济通胀和堕胎这个，它哪一个更对它起到更决定性的作用？我们在加州，我知道呢，有的人他也不赞成哈，就是川普，哎呀，这个法律这些，推翻了，女生你愿意干什么干什么去吧，吸毒都随便干，你管女生干什么？但是呢，因为通胀的问题，他们还是投了共和党哈。那么您所了解的是怎么样呢？把您的这种都打二，都打二，都打全都是二哦。二是啥？二是啥？代表什么意思？代表他们女生会因为这一个问题呢，去决定她的选票，就因为一个堕胎的问题。其实政治关键。我在采访的时候哈，因为我们从统计数据可以看到，说大家绝大部分人对于经济问题是最重要的。那我问到就说他们是支持哈里斯的，他也会说经济问题是最重要。但是他后面会加一个但是，但是他说这个，而且他就现在呢，就是你可以看到，哈里斯团队他已经把这个堕胎这个问题呢，他转回说，我们不是说反不反对堕胎的问题，我们是说妇女选择权利的问题。所以有一些人呢，他是 buy it 的，他们是认同这个的，所以呢，他们就会还是说，他说。我真的，我就是在乔治亚州 Clark County， 它是摇摆州里面的摇摆县，就有一个女生，白人女人，她就说，她说我很 split， 我现在还很犹豫，因为我认为经济很重要，但是她说妇女权利、选择权利。他说：“我真的是没法决定。”好，高姐，那二是不会啊，你别说错了。对呀、啊，二是不会。我觉得我们得往前走了，我们还有三个话题要讨论。其实这个话题蛮有意思的，你知道吗？因为呢，很多人不知道，方伟以前做节目的时候，你记不记得当时？好像是太太要买电脑，你就问嘛，你说你要什么的，然后就说我要一个粉色的壳子，然后当时 CPU 要多少力量的，内存多少，跟他没关系。女生说我要粉色的，我们只要那一点就够了。所以女生说。堕胎就够我决定的了，其他太复杂不相关。所以你到底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哈？那这就是女性。那么这个问题呢，也成为支持Kamala Harris的一个超出哈。川普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方面啊，那我们的观众呢是做了这样一个选择了，蛮有趣的。很多都是二，大部分都是二，对，大部分都是二。我想插一句哈，我不知道是大家可能在美国可能接触的跟年轻人我不知道有多少，但我是从大学这个年龄开始就接触很多异性和就是男性的这很多朋友嘛，在我问到就是很多对于他们当时选择，因为你在18到22岁的时候，你不会去考虑你说我要交多少税或者怎么样，但是我觉得民主党哈这一点做得非常好的是什么？就是他会把这件事情给你感觉说，哎呀，这真是你的这个生与死的生存的这种。这是一个问题关键，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共和党只是近几年才开始对美国的这个存亡这些问题才开始真正去这么去说哈。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我认为为什么会有很多人在堕胎问题上，甚至说其他包括女性问题上去支持民主党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长期已经把民主党已经把这个事情作为他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了。所以呢，我并不觉得说这些。我看到有位观众留言啊，说这个男人是永远理解不了女人怀孕时的焦虑，所以理解不了堕胎的重要性。我觉得在很多人眼里，他真的是觉得这一点，我觉得这个是不可忽略的。我在这样我也是比较。那你现在川普他们这个政策并管你呢，你那是给你州去说话嘛？为什么总揪着好像川普不让你做这件事情？所以我刚才才提到这个问题嘛，就是说我们看佛州的数据，虽然是3/4的人选择性的堕胎，可是他们现在是把1%的这个事情拿做100%的事情来说话，这个呢？比如说你在德州，我就是做不了这件事情，那他就要跑到别的州才可以做。那在这一点上，对这个人来讲，他个人来讲，这个就是他100%的一个投票数。所以通胀已经不关心了哈，只关心这一个问题。我们现在呢，刚才问了大家一个问题，就是4年前谁在看我们的这个节目？在方伟频道当中，这么多人给出一个玫瑰花，很多人呢。看来那个时候都是跟着过来，大家可以看到那么多玫瑰，还有人还在记着高洁那时候掉眼泪了。我总在道歉，我真的很不专业 ，I'm so sorry。那么今年呢，我相信不会了啊。好，那这个呢，其实我很有一个感觉，我想问问这个蓝树先生哈。那其实有一位观众说，那个时候蓝树一开口呢，大家就骂你。刚才大家讲说蓝树那时候一开口，别人就骂你。其实那个时候你说的，现在回过头来看，你说对了，也就是川普，对。对，因为我当时就是意识到了一个问题，就是意识到什么问题？就是川普他实际上他所做的一件事情，不是赢得一场选举，他实际上是做一场对共和党做一场非常深刻的改革。这场深刻的改革呢，就是把共和党呢做一个彻底的转型。这个转型呢，是把共和党从以前的那种代表着这种中上层的利益，这么一个党啊，特别是代表比如说大公司给他们减税的这种东西，把它转型成一个代表美国中产阶级，真正代表美国中产阶级 working class 的这么一个政党。那么这个政党呢，那么这个转型它 take time。 对吧？take time。所以因为这个经济在90年代的全球化和自由贸易这两个概念的兴起啊，经济全球化还有一个自由贸易，它让这个很多的传统上支持共和党的那些大公司，它开始去支持民主党，因为民主党主要是在推这个自由贸易和推这个全球化。所以说，共和党以前的那些支持者开始在转型。 所以说，川普上任了。川普对共和党的一个转型是要把它真正的转型成一个真正代表这个美国中产利益的政党。那么这个时间它需要比较长一点啊，它4年很显然是不够的。所以现在回过头来看，它的这个转型基本上完成了。嗯，好，我表达一点就是说，我同意你的大部分意见哈，有些不同的地方，我认为川普这个转型啊，它其实是代表着向美国常识的回归。 或者像美国传统的回归，所以说我说川普现在他的 MAGA 是凝聚了左中右，他凝聚了穷人，他凝聚中产阶级，他也能凝聚富人，很多富人现在也都靠过来了，所以他就是说我们美国本来是什么样，不要把它破坏了，这些常识怎么可以扭曲成那这奇奇怪怪的样子呢？包括就男性跑到这个女运动队里头去，对不对？在那打女生。 他说这种事情就是很荒唐的事情哈，所以我认为现在 MAGA versus non MAGA 或者共和党 versus 民主党。 这是现在就是很不幸，它变成了一种叫做我要传统的美国还是我不要传统的美国这种之争了。而传统的，我觉得民主党和共和党其实是一个老鹰的两个翅膀哈，它各有它的功能，它其实是非常和谐的，这样才能展翅齐飞哈。这就是那个保罗·斯考森的爸爸克里昂·斯考森，他说民主党代表着叫做发现问题，动用政府资源解决问题；共和党代表着你不要过分，你不要滥用资源形成专制。 两个都平衡好的话，美国就像个雄鹰一样可以扶摇直上。现在就是变成这边坏掉了，就变成这个样子。所以呢，我是觉得哈，川普过去这几年真的是，我也同意这个南叔说的，当初未必是个坏事，等于是好事多磨嘛。他退回到原点，退回到很惨的时候，在很惨的时候表现出自己的坚韧，最后赢得原来他根本赢不了的人的心，全赢过来了。现在就变成今天这个局面。 所以刚才呢，新田讲到了，就是民主党人他也觉得民主党也在变，共和党人也在变，所以今年就发生了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比如小肯尼迪。对，其实呢，就是说它反映出来的是什么？我觉得就是绝大多数的美国人呢，他其实都两个极端都不想要，他们其实是想要比较温和的。 那有的可能温和偏左，有温和偏右，但是呢，如果是极左的话，大部分人他们是会不喜欢的。这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就是会出现这样的一种变化。而且我觉得这其中呢，他们对于尤其我觉得今年非常不同的是什么？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包括对于主流媒体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他们是逐渐的就看透了。 所以就开始抛弃主流媒体，都走向这个社交媒体啊、自媒体方面。另外一方面呢，这其实也反映出来，就是说他们是在回归美国的这个最基本的一个建国理念，那就是言论自由。因为他们就发现说，政治正确啊，这种 cancel culture 啊，这种其实是在限制美国人的言论自由，而这个是非常根本的一个大的问题。嗯哼，哎，好像堕台有预录的路人采访是吗？ 对，我们现在呢，先看一下在方伟频道当中呢，这个民调一共是388票。周围的女性朋友会因为堕胎这一个问题而影响投票吗？69%的人认为不会，31%的人认为会。然后我们现在来听一下，到底啊，美国人是怎么看这件事情的？ I got 3% in New Jersey in the Democratic primary, so there really are pro-life Democrats out there. A third of Democrats identify as pro-life, and most Democrats agree abortion should be restricted to the Democratic establishment. They are rabidly pro-abortion and are caught up in a toxic financial relationship with the abortion industry. So do you think that's the reason? Absolutely. I think this is about money and power and influence. Absolutely, Harris. What's the most important issue for you? This abortion thing, because women should have the right to decide what they want to do with their body and not the government. Oh, Trump, hands down. Lines more with me religiously. I do not agree with anything that Harris and Walz do when it comes to abortion. Because I don't want to vote for Trump. Whatever it is, a woman should be able to make choices about her own body, not let anybody else choose that. 真的是很撕裂美国的一个话题，对，很撕裂。你看，第一个人其实很有意思的，那个人是我在费城，就是川普和哈里斯第一次就是辩论的时候，在外面采访。这个人哈，他其实是一个左派 liberal， 他还参加过这个2024年民主党的总统选举，还得了3%的选票。那这个人叫 Theresa， 他就是，但是他是左派，而且他是无神论，但是他就是对于堕胎是非常不认同的。他还组织了一个，他叫那个就是左派反对堕胎这样一个组织。所以在你看，有别的人对吧？他们有的就是说，就这一个 issue， 堕胎这个 issue， 我就是不喜欢川普。而像也是，我觉得也是跟我们刚才有看到观众朋友台讲的，就是说有的人认为呢，就是说这个堕胎问题它涉及到一个人的信仰的，所以其实不应该由政府去插手的。嗯哼，下面这就是在美国，你的言论能够说出来，大家可以去辩论去。只是呢，今天我们在关注大选，我们把这个议题呢拿出来，大家可以去表达您的看法，让不同的角度的人都去思考这个问题，这是我们平台或者是媒体想起到的一个作用哈。真理呢是越辩越明，最起码能够互相的理解。在这里呢，高姐也提醒。我们在今年看到呢，川普2次被枪杀，这一点呢要引起我们所有人的注意，因为政治观点的不同去杀人，这是我们绝对不认可的。我们不希望呢美国撕裂到这种程度，所以在我们的观众群当中，不许再骂蓝树了啊！我们也希望呢大家能够平静理性的去讨论问题。回过头来看，那你看到蓝树当时呢所看到的，你别看当时川普走了，你多么的心痛。但是呢，他这4年他锲而不舍的在坚持他要做的事儿。他呢，在隔了1年、隔了4年之后，再次去选举，在美国是第2次啊，没有过，这是第2个总统做这件事情。那在这个选举的过程当中，他2次被枪杀，站起来还在做的时候，他震撼了多少人，醒悟了多少人？我觉得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所以我们希望呢，用我们嘉宾啊这些观点，大家呢去真正的保守派，去启发或者是跟别的人呢去交流，让大家能够互相的理解，能够对话，而不是呢最终要用谩骂、用这种对抗，甚至用刺杀的这种方式来表达你的立场，这不是我们所希望看到的。而且2020年的时候，我回过头去再说一句，是很多的是保守派的人士，他们当时是高喊着要这个拿起枪杆子。对不对？我当时就讲过一句话，我说，如果说美国乱了，真正爆发了这个内战，最高兴的是中共，对吧？我记得，对不对？所以说，其实就是说，当时是一个非常这种血冲上头的那种一种非常不理性的状态，往回去的，要有一个思考的过程。这个思考的过程现在走过来了啊，8年以后啊，4年以后啊，4年以后我们再回去看当年，就这个过程，在过去4年走过的路程，其实并没有白走啊，其实是一个走向成熟的过程。其实今天上午呢，还有一位观众有一个问题问得非常有意思，他说：“你们总担心这种什么选票问题啊，选票集的问题，那保守派也组织一车的人嘛，那他们能组织，你们也组织一车的人，就到他们兰州去投票嘛？”好，蓝树先生回答一下这个问题：保守派会不会做这样的事情？为什么？会不会做啊？至少这个东西我们就是看事实啊，就到目前我们没有发现过这种事情，对吧？既然没有发现，那就是只能说没有，对吧？那哪天有了再说，对不对？他就意思就是说战术的运用的问题，你们可以做呀。那么共和党川普他们不做，川普还在一场的 rally 再去做，为什么？那方面这个你如果说这个民主的制度啊，是一个只适合于好人的制度啊，民主的制度如果说是没有一个道德作为一个基础的话，民主的这个制度最后是行不通的。啊，举一个例子很简单，你如果是在那个监狱里面让所有的罪犯。啊，去民主选举，去选他们那个选个头儿，啊，最后你不论你投票你怎么投，保证每一个人的权利100%的保证，最后选出来还是一个罪犯。所以说，民主这个制度呢，它只能是在一个道德比较维持在程度比较高的这个社会，它才能够有一个比较公平的结果。这个东西非常的重要。我们下面的这个高斯曼妮娜说。共和党呢还都是属于正人君子，所以他们不会做这件事儿。好，我也问问方伟，你对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我看到很多人都在说，那你就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嘛，对吧？你也做这件事情嘛，你怎么看？是，基本上共和党不会这么做了。起码现在他们不会这么做。我知道很多的华人朋友就这么建议嘛，对不对？你他也弄，你也弄呗。像昨天开玩笑那个什么 Joe Rogan 跟那个谁啊，跟万斯哈在那采访，讲这个非法越境 ID 的事情。那 Joe Rogan 说，那你们就给非法移民房子好了，一个人给幢房子，他们只是给点吃的，你给幢房子好了，你把它收买过来好吗？但是万斯不会这么做的。因为万斯是个很虔诚的基督徒，现在共和党的核心的这个部分呢，我觉得还是就是叫做基督教福音派这批人。你看他们那些领头的都是非常虔诚的基督徒，他们如果去这么做的话，他们就不是他们了，他们也没有他们现在的那种价值上的这种坚持，或者叫做百折不回的这样一个怎么讲的一个状态哈。其实以川普来说，他经历了这么多的挫折哈，一般人早就算了哈，玩什么呀？川普确实，一个是他对美国的爱，第二个呢也是他一个信仰。川普确实，他越到年老的时候，他信仰越坚定，这是川普这个人的变化哈。他年轻时候没有那么信仰，没有那么虔诚的。我看他的这个自传，我看出来是这个样子。他越到老，他越虔诚。我明白了哈，我越明白了。所以共和党就不会这么做哈，目前就不会这么做。你去指望他，你去建议他这么做也没有用，因为那就是共和党，所以他们才能凝聚在那儿。他不会把自己变成不是那样。然后再去做政治斗争。我想要讲一下不同的方面啊，对，因为我觉得这样讲呢，好像意思是说，民主党好像道德不行之类的。非常同意。我觉得，我觉得真的，我在这里我讲这番话，我没有站任何一个党派，但是我觉得要 fair， 而且要就是说要真的是很小心的去考虑。为什么呢？因为我采访很多选民，就包括我刚才讲的那个旧金山那个温和民主党人。就是你就发现呢，其实绝大多数的美国人，他的道德水平基本上是比较高的。那么他们如果说在这些政治的选择上面会有不同的话呢，有不同的原因。那有一个很大的原因，一个就是说是主流媒体的影响，媒体对他们影响，对他们资讯的一个吸收啊，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是呢，比如说就有一些年轻人，对吧？他因为是社交媒体啊什么，他就醒悟过来了。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就是如果说我们太去说啊，保守派是道德高的，民主派民主党好像没有道德，本身我觉得这就不一定符合事实。另外的话呢，其实就是 pit against each other， 就是把他们对立起来了。其实不是的，绝大多数就算是民主党人的话，他们也是非常 reasonable 的，也是有道德的人。只是说，在一些吸收讯息方面和可能被误导方面，哈，他们就说可能跟保守派会有所不同。所以我觉得，如果这么去把他们对立起来，我觉得对谁都不好。就像兰叔刚才讲的，如果它还没有发生，你就不能说它发生。对，如果说就是说，是美国的人民对立起来的话，最高兴的那就是中共，那就是俄罗斯。另外，我记得还有一句话，就是我忘了是哪一位美国先父讲的，方伟可能能够记得，什么样的人民值得什么样的政府，得到什么样的政府 ？What kind of people deserve what kind of a government？ 现在呢，我们是美东时间的下午3:05，您收看的呢是2024年美国大选的特别节目。从今天早上的7:45开始，到今天晚上能投出投票的结果，我们都会呢在多个网红自媒体频道当中，以及呢开心天下这个频道当中，向大家呢做全程的直播。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些最新的开票的情况，我们就扣一下我们的甄飞啊，那这也是呢很喜欢很有名的华人当中的一位这个自媒体人。那他今天呢给我们来开票，给我们的第一时间去报道最新的消息。好，甄飞。谢谢主持人，观众朋友好，我是甄飞。那现在呢是美东的时间3点了。那我们在今天晚上最先会看到结果的呢，就是7个摇摆州当中的乔州了。那大家看到我身边这张图呢，是2020年乔州的这样一个选举结果。乔州呢，在今天晚上预计10点左右，我们就可以知道90%的开票结果。所以呢，谁将拿下乔州，今天晚上就可以见到分晓。那乔州呢，是有16张选举人票。可以看到，在我们印象当中啊，乔州一直以来都是一个红州，为什么在今年会变成一个摇摆州呢？在2008年的时候，共和党以5个百分点，2012年8个百分点，16年川普拿下。 但是在2020年的时候呢，拜登以微弱的优势0.2个百分点拿下了乔州，所以让乔州成为了2024年的摇摆州。那到底这个该怎么样去看乔州？在今天晚上，随着我们开票的进程不断推进，我们可不可以更准确的去预测乔州到底谁会拿下？那我接下来就来讲一讲我们该怎么样去看乔州的这个开票的情况啊。 我们来看这张图，这张图怎么样读呢？这是2020年的这个2位候选人的票数悬殊。那这个圆圈越大呢，就代表他们的悬殊越大。当然，红色就是代表共和党的赢面了，蓝色是代表民主党的赢面。 可以看到，在乔州的这个，刚刚我们说到，乔州之所以成为摇摆州，并且在2020年的时候，拜登能够拿下来，有一个原因非常相关，就是跟乔州的这个人口的比例的人口的变化、人口结构的变化是非常相关的。在乔州呢，差不多是这个区域往上是以白人为主，就是广袤的农村区域。当然，除了亚特兰大这一块啊，是白人。 那么白人我们都知道是川普的这个票，主要的共和党的主要贡献力量。然后下方这一块呢，也是以白人群体为主。但是在过去的这个几年的时间里，亚特兰大城市区域呢，这个受高等教育的选民越来越多，并且一个非常主要的人群就是非裔的群体越来越多。乔州值得注意的是，全美占了这个全美非裔族裔最多的一个州，有1/3的人口都是非裔选民。那么，所以可以看到，在亚特兰大这一块城市区域呢，为民主党贡献的力量非常大，并且这一块也是我们今天晚上值得看到的，这是一个 Richmond County 这一块的这个非裔也是非常集中的，所以就是因为非裔以及受高等教育的这个选民的不断增多以及集中，使得乔州在这两个区域呢和它往年的这个共和党的这个基础盘啊形成了一个抗衡，也才使得乔州成为了一个摇摆州。 所以今天晚上我们主要是看这个亚特兰大这个附近的这个开票的情况。那么在2020年的时候，拜登和川普在这两个区域都是以超过15%的这个比重来赢过川普，所以才使得拜登最终以微弱的优势赢下乔州。那说到这里呢，顺便带来一条乔州的最新消息，就是乔州的 Fulton County， 也就是亚特兰大这个地方所在的这个 county 呢，在刚刚是得知了5起炸弹威胁啊，导致了当地2个投票站是被短暂的关闭了。那 炸弹威胁导致投票站关闭，我们听众朋友聪明的都可以马上反应到，这非常的 concerning。就凡是牵扯到截断这个投票进程的这些威胁啊，都是可能会有些什么事情发生。但是好在呢，现在是已经恢复了继续投票。那 FBI 也说，这个炸弹威胁呢，可能是来自于俄罗斯，但是呢会延长投票时间，但是并不会左右影响这个选举投票的进程。 那刚刚我们说到这个乔州的黑人选民非常多。那另外一起及时的消息就是 ，Michigan 的Milwaukee 就我们都知道共和党大会的所在的那个城市啊，那个城市就有最新的消息说了，黑人选民他们表态说其实不愿意投票给 卡马拉哈里斯。奥巴马曾经也说过这样的话，就是说，黑人社区似乎是反对投票给女性的。那这个问题在今天晚上。 到底乔州的黑人社区他们会做出什么样的一个选择，我们就拭目以待啦。那这个呢是今天这个整点我为大家带来的乔州方面的如何观选。那接下来我们下个整点再见，将会为大家带来 North Carolina 北卡如何观选。那我们把镜头切回给主持人。哎，振飞，我这个确认一下，你刚才说的 Milwaukee 对吧？对，所以是 Wisconsin，right？ 是。不 ，OK， 好，不是 Michigan，Wisconsin。Sorry。All right。OK， 我们看到呢，现在是。美东时间3:10。我们今天呢所关注的是2024年美国大选。美国大选当中的今年的这个对立和撕裂是非常的严重的，各个方面的领域呢，各个的政策呢也是截然不同的。那刚才我们花了很长时间说了一下堕胎，其实呢在能源方面，两党政府的也是完全不一样哈。那我们接下来呢会邀请呢一些嘉宾来给大家仔细的去讨论一下呢能源方面的这些政策的问题。方伟。 对，这样吧，那个因为David 这边有一些就是短期的哈最新的一些情况更新哈，我们请我们的嘉宾稍后一下哈，对，然后我们请我们的能源专家上线啊。好，我们其实现在看到哈，这个是 Decision Desk HQ， 就是在2020年的时候，我觉得当时是很快就宣布拜登的一些赢的哈，他呢最后的这个现在对于参议院的 projection 呢，他是说共和党可能会赢52.2%，其实他是53%。民主党呢可能会输掉参议院大概是48%，众议院呢他说也会给就是最后的 projection 也会是说是共和党赢得大概是220个席位，民主党215个席位，所以呢现在 Decision Desk 是相当于2020年它是最后的结果它是反过来哈，当然我们要看今天晚上我们这个真正的数据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们也是拭目以待。然后呢，还有他对于总统的这个预测也是说，川普会以给我1秒钟，会以276比262胜出哈里斯。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看这个哈。现在是美东下午的3:12啊。那这个再重复一下这个背景，让大家有所了解哈。那这个民调呢，在之前它是最先扣拜登赢的，一可以说是它准确，二也可以说是。 怎么讲？它是不是算是够公正、够客观？就是 Decision Desk 应该是说，很多主流媒体和很多的人都是当天晚上，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 indicator， 因为它呢基本有足够的数据，他自己的团队可以去判定，比如说某个州已经有50%的选票，那他可能已经就可以去预测这个州是否被川普或者说是哈里斯赢了。所以呢，今天晚上我们也可能会经常用 Decision Desk 的数据来看一下现在的这个选情情况，所以它是一个比较官方，可以说是一个比较。 有权威性的这么一个选举机构，好，感觉上比我，我自己感觉的那个差距要小了一点啊。我原来想的，川普应该可以赢到大概290票左右，现在276的话好像是少了一点。好，博彩市场，我快给大家跟进一下，这个保利市场哈，那么现在川普是领先22个百分点哈，61对39。 而这个 Kelsey 的博彩市场呢，川普是57对哈里斯。其实这个 Kelsey 他每个州都做得很仔细哈，这里头呢就基本上5个摇摆州呢都是川普领先。那密西根州和这个威斯康星州呢，川普分别是37对63和43对57，落后于哈里斯。这就是真金白银进去赌的人他们的看法哈，他们肯定跟我们一样吧，关注这个选盘的这个进展哈。 比刚才1个多小时之前呢，稍稍川普多了那么一点点哈。我们现在是一个动态的直播，从早上到美东时间的7:45开始到现在，我们现在这个时间点发生的是刚才大家给我们的嘉宾介绍的这些数据。那么随着每个小时到7点钟开票的时候，数据还会再变化，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做18个小时关注美国的大选啊。那我们今天呢所讨论的话题，在过程当中把双方到底因为什么来决定投票的因素呢，也都给大家列出来，我们一起的去分享。刚才堕胎的问题呢，现在下面的观众有很多的热烈的讨论，比如呢就说川普不愿意管你这破事儿，你们自己州里回头去管去啊，各种各样的说法。那有的人也会从宗教信仰上去讲，这就是一个发声的平台，你们大家互相去了解一下，别人到底是什么样的根据啊？好，那我就谢谢一下哈，这个陈月丽谢谢你的捐款，还有 Dark X， 还有小龙女，这一路上都是对我们支持哈，不光是这个钱上的支持，对我们的精神上也是最好的支持。好，下面我们的这个能源专家，我得借着你的这个再给 David 哈 ，David 跟你用英文跟你的观众们说一下，别人都捐款了，为什么你们不给我捐款？ Yeah, if you guys are watching this right now and you can understand what we've been talking about, make sure to donate to the live stream. You can donate to this live stream or you can donate to our channel, China Insider. And the point is, when we have a lot of donation, we can do a lot of great things for, say, election coverage, news on China. We can go somewhere, you know, do an in-depth report, visit Taiwan, who knows. So make sure we have a donation link here in the description, but also on our channel as well. So check out China Insider. And thanks so much for your support. 脑袋怎么长的哈？中英文这么互相切换，一点没有障碍啊！一会儿要问问你的秘诀。好，我们接下来呢也去请一位叫做王岩的这位嘉宾在线上，他呢是一个跟很多像方伟啊、新田呐、兰叔都很像啊，这样留学来到美国之后呢，在美国打工，然后呢创业。如果你想了解他呢，可以到希望之声 TV 的体育频道当中。他是业余时间非常喜欢踢球，也愿意做体育节目的解说，爱好也非常的广泛。作为一个企业家，他是能源方面的一个创业者。他创业成功到什么程度呢？他把他过去的老板已经变成了他的员工。 啊，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在美国创业的华人的代表。那在4年前我们在做体育节目的时候呢，王岩给我留下了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好，王岩你好，你好。声音非常小哈，我们来听一下王岩的声音。我先说一句哈，王岩非常的潇洒。当时呢，他有一句话就怎么说？天边来了一片云，什么那都不是事儿。今天把您非常轻松的这句话给我们所有听众朋友来分享。对于2024年大选焦虑的朋友们，说一句话。 不是，是天上飘来5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我的耳机里听不到王源的声音，听不到吗？对我耳机听不到王源的声音。我能听到是天上飘来5个字儿，哪5个字儿啊？哪5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那都不是事儿，那都不是事儿。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梗啊，然后对大陆来的朋友都，这是一首歌哈，一句歌词：天上飘来5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所以咱们今天的轻轻松松的看美国的大选，我们要超脱出来哈，真正的在一个理性的立场上，我们关注并且去做深度的分析。王源呢，今年呢，美国的大选。 先给我们来表达一下您所看到的啊，作为一个老美国人、创业的企业主，你怎么看待2024年美国的大选？同时也预测一下啊，那今天呢，你觉得在11点之前，咱们是不是能看到结果呢？怎么说呢？来美国也是33年了吧，加起来，反正，今年我也是刚刚投了票， All right. 所以说这个 ，yeah， 我还是。 希望吧，川普能这回这个能够成功的当选，因为哈里斯啊，不管是从他的政策啊，还是他的这个，不是太喜欢他。说穿了就是我想可能为什么很多人都是这个原因吧，并不是说，我觉得也挺可悲的这几年啊，这个美国到了今天没有推出两党，推不出一个更让人。 普通老百姓喜欢从发自内心来喜爱那么一个总统，不管是从能力上还是资历上，但是呢，感觉到我跟我的同事今天上午也在聊这个事儿，更多的是，不喜欢谁而把票投给了另外一方。所以说，哈里斯，我想我不喜欢的主要原因就是，我觉得他没有能力，他的能力是不够的，不管是作为一个美国总统，作为3军的领袖、自由世界的领导人的话，我觉得他没有这个能力。所以说，不管是什么原因吧，是因为他的，我看了他这些竞选的一些，这些 rally 也好啊，还是他平时接受的一些采访来讲，没有让我信服。 这是您 general 的去看的哈。作为您是在能源行业当中的，而能源的问题是两党当中简直就是截然不同的这样一个政策。那我们都想象不到，拜登政府上台的时候，他真的说停就停了啊！那么大的一个工程，说停就停了。您本身就在能源企业当中，从这个能源政策的角度上，你们这个行业哈是怎么看待双方两党的这个政策的？它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可能还是得从一个大的层面来讲的话，就是川普要是赢得了总统大选，一个是能源独立嘛，就是，我想这些年下来，不管是石油、天然气啊，包括煤炭生产的一些政策的话，我想川普政府可能是更关注的是能让美国能源独立起来，这也是他上一任政府他。 开采这个化石燃料发走啊，或者是这个深海钻探啊这些方面基础设施啊，我想可能最主要是一个是能源上的独立，再一个呢就是，有很多方面吧。你比方说，川普上台以后就是退出了这个巴黎协定嘛，就是国际气候协议的这些，实际上他主要是认为。 这个协定对美国工业是不公平的嘛，减少了美国的就业的机会啊，或者是这方面的一些影响。反过来讲的话，哈里斯呢，他更强调的是所谓的清洁能源吧，绿色啊、气候啊、环境保护啊、再生能源的这个投资啊，包括太阳能啊、风能啊啊、这些方面的投资，我想可能他如果要是当了美国总统的话，还是在这一些方面会激励一些措施吧，尤其是在气候啊，比方说是这个EV 就是电动汽车的支持啊，这些方面，哈里斯政府可能上台以后会在这些方面对汽车制造商啊有一些更多的激励的措施啊，就是从那个内燃机到电动汽车的一个过渡吧。我想主要原因还是他倡导的这个环境主义嘛，减少这个污染啊、气候啊，也减少对传统的，比方说石油、天然气燃料啊这些方面的依赖，所以说可能就跟他上台，拜登政府上台以后，马上要重新加入了巴黎协定一样一个道理。所以说这是主要的区别。那你怎么看呢？你觉得有什么不好呢？哈里斯的政策、能源政策、绿色能源政策。我觉得从大的层面上来讲，没有说好和不好，而是更多的是一个优先权的问题。川普他认为就是需要在美国这个。咱们一直也讲到了，就是这个能源政策方面，它需要优先，就是美国第一嘛。所以说，它强调的是能源主导地位，实现能源独立。我们都知道，美国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是石油、天然气的这个储备是非常的大的，要超过很多其他的国家。但是呢，在传统的就是这个常规的油气开发。主要我们都知道，就是中东那些国家，主要是沙漠或者是深海这种钻井，普通的钻井的方式。但是呢，美国有一种我们都知道一个叫页岩油的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可能在这个选举过程中经常听到一个叫 fracking 这个词儿，对不对？对，到底是什么 fracking？哎，对 ，fracking 它实际上它是个简称，它全称叫 hydraulic fracking，就是相当于翻译成中文的话，就是水力压裂法。这是这个不同于这个常规的油气开发的一种技术吧。就是对石油和天然气方面，简单来讲就是从，利用这个高压水啊，还有一些化学物质在这个岩石这个中啊，把这个石油和天然气采集起来，而不是像传统的，比方说在沙特呀、伊朗啊，甚至阿联酋啊这些中东国家，它是用那个钻井钻下去以后，然后那个油田就非常容易的，就是这个出来的。它的好处呢是这种油的这个页岩油的这个质量非常高，天然气包括石油和天然气，但是呢，不好呢也有它的一些主要的因素在这儿吧。哎，王岩，对不起，我问个很笨的问题哈，那个石头里头怎么会有油呢？这是什么道理？这个道理可能我们要讲的话，可能比较复杂了。最主要的它的成因吧，我们都知道这个石油它这个据说哈，当然咱们也是从字面上来讲的话，它的成因是因为在这个过去的比方说是这个fossil 嘛，就是这个化石啊，或者这些东西形成的这些化学的原因吧，分布在这个页岩啊、砂岩啊、粉砂里面，这个在地底下形成了以后呢，然后这个变成了一种这个我们现在看的这种不同的分散性的这种石油吧，比方说含硫量啊，还有这个酸性啊，反正品质方面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说法。然后呢就是美国这边呢，就是它页岩油，就是这个是在这个小的这个岩层里面，所以说它开发上呢需要相当高的这个技术，而且呢它的质量相对好，但是呢，由于这个开发成本比较高嘛，所以说也引起一些相对的问题。比方说用这个水，对不对？用这个水的话呢，我们都知道水的话它就会影响地下水的这个污染程度。然后呢，它用了很多化学的东西，所以说呢，又会影响到这个空气的污染，而且在美国这地底下不停地在做这些动作的话，就跟挖煤一样，它也有可能会引起类似于像这种地震这种事儿。所以说有很多这个环境组织啊、气候啊，包括这个卫生组织啊，他对这方面都是比较反对的。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两党之间，老有这个说法嘛。所以说，简单来讲，可能就这么个概念。那你觉得川普说 “drill baby drill”， 它指的是什么？它指的是水力压裂吗？是指的是页岩油吗？这个词儿的话，实际上，drill baby drill， 它这个词儿实际上我们经常听到的话，它更多的是一个类似于一个相当于一个时髦的一个流行语一样。它实际上最早是出现在2008年总统竞选期间，当时是原来马里兰州的一个副州长叫斯蒂尔的人，在这一次这个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首先提出了这个。他实际上他的意思就是来钻吧，宝贝儿，来咱们钻吧。钻的话呢，实际上是增加国内石油的这个供应，天然气嘛，来提高这个刚才说的能源的独立性啊，然后你生产的多了以后，降低它的成本啊，然后创造就业机会，这方面的考虑。但是呢，你要想一想，它背后这句话的实际上逻辑是很简单，就是通过增加国内的，提高国内的石油天然气开采啊，减少对外国石油的依赖，直接就是效果呢，可能就是利用国家自己的资源来稳定能源的价格呀。支持者呢，我想无非就是考虑到经济效益啊，能源的安全啊。再加上这些，比方说像 fracking 啊、水力压裂啊，或者是水平钻探这些方面的一些技术上的合作，来开辟这个页岩层的大量。但是批评的人很简单，也刚才说了，潜在的这种水的资源的污染啊、空气污染、啊、温室气体的排放啊。毕竟石油这种东西，咱们也知道，它不是一个用之不尽的一个资源。许多人认为你可以用投资风能啊，对不对？太阳能啊这种可再生资源，而不是就把咱们这些油挖出来。那你说子孙后代将来怎么办？所以说这。好，王岩，我插句话啊，我跟你说，川普在麦迪逊的时候啊，在上个星期天，他这么说，他说我上台1年之内，他要把能源价格降一半。我听出来他的意思就是说，他就是把美国的这个就叫做什么来着，化石能源弄出来，那就成为液体黄金，不仅可以降低能源价格，不仅能够拉低通货膨胀，而且能够给美国减少这个国债。所以国债现在这么高，其实川普很有信心。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把美国搞成世界第一能源大国，然后卖能源，我们就能会很多钱回来，就可以解决美国目前的这叫资金短缺的问题。你觉得他这个说法，你怎么看？你觉得靠谱吗？这个说法的话，我不知道靠不靠谱，但是它有一定的这个逻辑的理论在这儿。你比方说这个经济影响、就业机会，尤其是宾夕法尼亚州，咱们大家都知道这个摇摆州嘛。但是它之所以摇摆的一个，就是说这个 fracking 这事儿为什么显得这么重要，尤其是在宾夕法尼亚州呢？就是因为宾夕法尼亚州是拥有美国最大的页岩油的这个天然气田，所以说呢，首先是好的正面的积极的影响，对不对？经济影响，创造就业机会，能源的成本降低，可观的收入。然后呢，就是很多这种比方说农村地区啊，由于这种大规模的这种钻井的业务啊，经济活动增加了，经济受益了，而且还可能产生大量的这个地方的大量的税收啊，支持当地的公共事业啊、基础设施啊、社区服务。反正这就跟我们去看一场球的比赛的，大家都知道我是对体育比较感兴趣，但你不是一个单纯的一场比赛的问题，而更多的是这个比赛的同时带来了很多其他一些可观的收入，比方说不光是门票收入啊，还有就是附近的餐馆的收入啊，然后这个停车的这个收入。所以说一场比赛下来有几万人的观众，但是很有可能带来是上亿的这种收入。了解。同样的道理，这个 fracking 也是这么一个经济效应。我想问一下哈，王岩，你也是小企业主嘛？那也是一个创业公司。从企业家的这个角度上，你对两党的政策，你更倾向于哪一个？特别是在今年啊，经济方面呢，成了选民最关注的话题。作为一个businessman， 你最关心的是什么话题呢？对我来讲，我最关心的，我想对我来讲就是保证我们挣足够的钱啊，然后这些员工都有钱挣嘛，对不对？这个反过来讲呢，普通老百姓来讲，可能，你要问的话，可能最关心的问题就是最近几年，尤其疫情之后，通货膨胀的问题，对不对？那两党的政策，哪一个政策会让你能挣更多的钱呢？我觉得。说实在的哈，美国谁当总统，对我们这个小的公司来讲，几十人的公司来讲，可能影响都不大，因为什么美国民主制度的优秀的地方就在这儿嘛，对不对？普通老百姓可能影响真是不太大，因为这汪洋大海里，我们就是一个小树叶跟那飘来飘去的。你说谁当总统？川普也当过，拜登也当过，当年布什也当过，奥巴马也当过，实际上对我们影响并不大，主要还是靠我们自己。但是呢，普通老百姓的确是通货膨胀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而能源政策的好和坏，真是有可能对通货膨胀有一定的影响。如果你们要是有时间，我可以稍微展开说一下这个我的观点哈。好，请继续哈。然后呢，快速让大家能够理解啊。那刚才呢，我们也请了一位企业家，那他是经营酒店的，哎，他就觉得你们政府不要管我们，我们自己知道怎么管理我们企业啊，跟您说的一模一样。他说我们得想员工，我们普通人没有这种想法。他说我得给员工把工资开出来。所以呢，您可以展开说一下这里边从您的角度上，哎，您觉得是别的人可能理解不了的地方。我想可能最主要能源嘛，能源，尤其是我们都知道这个前几年疫情啊，包括这两年的这个俄乌战争啊，这个巴勒斯坦啊跟以色列打仗，对全球石油或者天然气价格实际上有很大的影响。那这种价格的提升，尤其在欧洲，像美国啊欧洲啊，大部分都是这个交通啊、电力啊，都是靠这种石油、天然气来提供动力的嘛。所以说，相对来讲的话，因为我们都知道，美国是最大的天然气生产国啊，然后就是俄罗斯和伊朗。而这个，这种刚才我们说的这个 fracking 这事儿呢，实际上美国是世界排名第一的，每年都可以生产大概是将近1.5万亿立方米，占那个大概占1/4，然后接下来就是俄罗斯，然后就是伊朗。但是你要想的话，那你如果要是这个能源价格高了以后，你相对来讲，你说这个超市它靠运输，对不对？靠所有的这些东西，那相对来讲水涨船高嘛。所有的东西，跟能源有关系的通货膨胀也是就是必然的一件事儿，尤其是再加上这个打仗啊，或者是疫情的影响啊，这种方面嘛，所以说我觉得，这恐怕也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对对，我觉得其实王爷，我认为能源就是像血液一样，像个人体一样的哈，一个国家像一个人，那能源就像血液一样，能源贵了什么都会贵，对吧？能源便宜了什么都会便宜，它都反映在所有的事情的物价上。你同意这个看法吗？对，我同意，我觉得能源就是，而且有的时候你也知道为什么我们有时候谈这个伊拉克，把这个石油价格给就是人为的给增加了，对不对？给提高了，就是本来它一天可以生产这个10万桶，它就故意只生产5万桶。这样的话，因为美国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 ，supply demand 嘛，供需关系导致这个问题，所以说价格提高。那价格提高的话，相应的话，不管是运输啊、电力啊，包括所有的这个不同的产业链吧，都会受到影响，而这个水涨船高，最后归根结底体现在这个物价上了。所以说，通货膨胀就是不可避免。所以好的，川普啊，王源给您最后的时间哈。2024年大选呢，大家都非常的关注。在最后的这个发言当中，您最想跟华人听众啊、华人观众最分享的观点是什么？请讲。怎么说呢？也没什么特别要分享的吧。我想可能我们都是这一辈儿来美国的话，主要是为了自由嘛，对不对？我当时不管是离开中国的原因是什么，也是为了主要是自由。所以说呢，在中国我们没法做到的事儿，在美国可以做到，就是要行使你的权利和义务，对不对？去投票，去投你喜欢的这个总统候选人，因为我们在中国是没有这个权利，也没有这个能力来做这个事儿。嗯哼，好的，非常感谢这位成功的华裔创业家哈，那企业家，他在美国呢非常的成功，那他呢那种轻松的那种心态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不管今天结果怎么样，希望呢天上飘来5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华人在哪儿啊？凭着自己的勤劳和努力都能生活的不错，对不对？好，那谢谢王岩，继续加油啊！祝你发大财，给我们诸位嘉宾的频道多多抖内，谢谢您。好嘞。谢谢。好，其实对于这个问题啊，我觉得在这种能源专家面前，我不敢去献丑，但是我其实有采访到能源专家，而且这个能源专家就是如果看我频道的朋友就知道，他非常特别，他就是在参加这个，他有2次都去参加了那个宾州 Butler 的那个川普集会，他当时就是说在川普遭到枪击的那一天，他拍到那个现场的国旗啊。美国国旗就被风卷成像一个天使一样的形状，他就拍到了，近距离拍到了。如果就是说看过我这个采访的朋友都觉得非常的，对这印象非常深刻。结果我就发现他是一位叫 George 哈老先生，他其实是一位能源专家。那我就问他关于这个能源的问题。首先一个就刚才方伟你问。王岩先生这个问题就是说，川普说 “Drill Baby Drill” 是不是真的能够拯救美国的经济哈？那他的观点是什么呢？因为能源啊，其实我觉得我们华人很多人都认为说，哎呀，能源就是环境问题，离我们好像很远。其实不是的，它就是直接跟经济是息息相关的。因为我们制造任何、生产任何的东西，生产产品、生产食品，如果要保暖。啊，要制冷、空调，全都是能源。所以他说呢，能源其实基本上你可以看作是，生产任何东西的，它占了1/3，对吧？你除了原料，除了人工，就是能源。嗯哼。OK， 然后呢，他就给我分析了说，这个能源，就是能源生产到底总共3种方式，里面就涉及到传统的核心能源，一个呢就是核能源。核能源呢，其实非常的最干净，对吧？但是大家对它所担心的就是这个辐射嘛，泄漏啊，辐射。第二种呢，就是化石能源。化石能源里面分3种，有石油，然后天然气，还有就是石油、天然气，还有什么来着？啊，煤炭嘛。煤炭。对。然后里面最干净的就是天然气，因为它基本上就只有甲烷。页岩油嘛。对，所以就是说，他分析下来呢，而且就像他说美国是世界上少有的有这种最丰富的化石燃料，而且像宾州这个地方，它有几个区域哈，都是中世纪留下来的这些化石燃料是非常非常丰富的，所以他说你用500年、1000年都用不完。但是相比来说呢，那第3种能源呢，那就是叫所谓清洁能源。风能，我们刚才看到画面，风能对吧？看起来很酷。风能，他说呢，就是有好处是看起来好像就是当然他说这个化石燃料有它的这个不干净的地方，就是燃烧之后它确实有二氧化碳，如果到空中加热之后呢，它会形成这种硫酸盐、硝酸盐，对吧？那落到金属上面，尤其会产生腐蚀作用。但是呢，他说风能呢有个是什么个特点呢？你一定要有风的时候它才能产生，但是风太大又不行。为什么？因为它这个体积很大，它就直径大概有400英尺。它这么庞大的东西转呐，如果风太大的时候，它就得把它风速到了70英里的时候，就一定把它停掉。我这个是深有体会的。我在欧洲，我去德国啊，到处是满德国全都是那个大风扇，但是很多它都不转的。对，那天风就很大，它都不转。然后我因为当时我不知道，我就问说我的家人，为什么不转？他说风太大也不行，风太小也不行。对，为什么？不知道啊。风太大了呢，因为它这个臂很长嘛。前左右加起来400英尺，一转的时候会断掉，把整个风车就弄断了。所以这是一个它的问题。另外呢，太阳能对吧？大家都对太阳能很那个，但是太阳能他说你需要太阳在最高的位置、最好的位置，然后夏天最热的时候，它才能在这个电子板上去产生这个能量。所以呢，基本上风能和太阳能它能产生的这个电能呢，基本上只有11%到12%。所以是非常有限的。我们现在呢连线了另外一位能源方面的专家。所以昨天呢我邀请的是贝友周哈。那我在了解他的过程当中呢，我觉得非常 amazing。他呢来美国刚刚10年，他在中国呢就是能源大家看到了哈。贝友你好，能听到啊？哎，你好。好的，昨天呢，贝友给我讲到了他在中国的一些经历，我简而言之的概括一下，他呢在中国就是在能源一些最先进的欧美的设备当中呢，可以说是最 top 的技术专家，他是这方面的 designer 设计师，同时呢，他现在是在美国的能源行业、核能源等等方面的领域当中呢，也是在做设计工程师的工作。他呢是在来了10年之前，他恰恰是在中国的那边生活，他在中国的能源企业当中，所以从他的角度上，现在看美国的能源政策，他有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观点。好，Bill 来给大家分享一下，你怎么看待两党的能源政策啊？为什么您认为呢？在美国呢，其实根本不用担心，美国的能源政策呢不应该限制美国，而应该呢去限制其他的一些国家。我来美国工作了10多年吧，主要是在能源行业。我从事过这种海洋石油，钻探和提取工作，从事过这个陆上石油的炼化厂的装置设计和改进以及维护工作，然后后来现在又从事这个核电反应堆的设计和安装工作。那么根据我的观察和理解，我认为，川普提出来这个观点是比较符合美国现在的国家利益和，美国的实际情况的。美国现在的能源呢，主要是3块，一个是核电，一个是石油和天然气，那么还有一部分小的补充是太阳和风能。那么从这3个行业目前的美国的资源的储存，美国的技术的先进性，美国的工程能力和设备提供能力，以及美国的运输管理和性价比来看呢，目前这是最合理，就是立足美国来提供美国的所需的各种能源。那怎么解决？你怎么看待？其实呢，现在你刚才我们也找了一位能源专家，他觉得民主党的政策也很好啊，他的角度就是保护污染呐，保护这种环境啊，去杜绝污染。那你也不能说他没有道理啊，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角度呢？因为我觉得民主党他们呢对这个行业的理解力不够，很多人呢喊这个口号呢，他不是这个行业的人，他没有。深入到这个行业里头去做一些实际调查和了解。事实上，美国的这种环境保护啊，它在提取能源的时候，在运输以及使用的时候啊，这个法律法规以及环保政策是非常严格的，可以说已经到了苛刻的地步了。如果同样一个产品在美国这个赚取，在美国运输和炼制，和在其他国家。两者相比，美国这种生产方法、使用方法对环境的迫害是最低的。相反，你在其他国家，比如说在中东、在东亚一些国家，甚至在俄罗斯，他们那个提取炼制，那简直是野蛮提取、野蛮炼制。比如说，核电这一块，美国的最新的技术是已经领先美国了。领先世界80年，这个核电技术领先美国80年呢，意义绝对的重大。就是说，原来大家都知道核电它原来主要是在海边嘛，海边它主要是一个这个用海水冷却技术嘛，然后它现在已经不需要了。现在美国这个技术先进性在哪里呢？它不需要那个大规模的冷却水了，它只要小规模的。而且它的反应装置呢，可以做的比较小，啊，不像原来那么大，一个区域都是这个核电站，它做的很小，所以你看，实际上这个左派啊，什么之类的，他们有些话他们是不敢说的，比如说很多大的科技企业，比如说 Microsoft， 比如说那个 Meta， 比如说那个 Google， 他们已经投了巨资，在美国一些州啊去开始建核电项目了。比如说在怀俄明州，在明尼苏达州，在弗吉尼亚州，规划了很多的核电厂、核电项目。那么为什么能够他们这么感兴趣呢？就是因为现在美国的核电技术已经非常的高级了，它小装置，但是它用的那个反应的燃料啊，已经用的不多了，它用一种先进的燃料来替代它。所以这种先进的燃料跟原来老的燃料混合以后呢，一方面降低了风险，泄露风险；另一方面呢，就是对这个。所以贝友，您的问题就是您刚才讲的这个角度，一共美国能源产业分3块，您现在讲的核电的这一部分，我是不是这样理解？您觉得美国未来的能源将会向核电这边发展，是这意思吗？对的，大的能源的需求一定是向核电这边发展。你比如说现在这个data center， 对不对？数据中心，实际上据我了解啊，我一个很好的朋友也是个工程师。他就是做数据中心的，忙得不得了，在美国和世界各地拼命地建各种数据中心啊。现在，那么数据中心的用电量增加30%，这个电你是太阳能是无法满足的。对，其实呢，光是说核电这部分仍然是民主党这边反对的啊，他们就是绿色能源啊，这个风电呐、电池啊、太阳能啊等等的。所以你怎么看待他们也是反对核能啊？那现在呢，我们知道美国的能源非常的缺，正因为这种 AI 和巨大的数据库啊，需要巨大的能源。现在我们看到我们的马斯克他们等等都在投资美国的核电厂。最近呢，我们都看到微软也跟美国的核电厂进行合作，然后呢，这个核电厂的价格哗往上涨哈。你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个反对呢？那么他们这个政策将来它怎么弄的？你怎么看？这就是一个实业界和所谓的政见领袖之间的区别了。实际上，你不管怎么样吧，你任何一个社会的生产，和发展，或者任何一场这个工业革命吧，你都是建立在能源的变革的基础上。无论从这个当时的煤炭，再到油气，然后再到核电呢，它都是。一个这个巨大的变革和创新吧。那么这种核电来说，目前来看啊，从现在工程实践方面来看，美国的分布来看，也是这个最可靠，而且对环境最友好的。好，而那些意见领袖呢，是没在这个行业。第二呢，我觉得他们是坐在办公室里头啊，就是看着这个世界地图，看着这个点着鼠标。凭想象，他们在说这种话，事实上不是这样子的。对，刚才呢，贝友您也讲到了哈，您觉得美国的两党的能源政策对环境的标准，对美国能源石油行业的标准已经非常苛刻了，包括汽车呀这种运输行业。那您刚才讲到呢，其实真正野蛮或者说给地球带来污染的呢，是中国、俄罗斯、伊朗的这种采油的方式。所以我能理解您讲的意思，就是说美国的政策呢，对美国再怎么苛刻，其实起到的作用不大，而真正对地球污染的，相反是其他国家。这部分我们来进一步。进行一下阐述好吗？你比如说，我们在炼油过程中，这个废气呢，原来的技术呢是采用燃烧。你看那个大的冶炼厂和那个石油那个炼铁厂啊，它都我们叫做火炬，对不对 ？fire。但实际上呢，现在在美国呢，这个火炬已经见不到了。它火炬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一些尾气、废气嘛。里头主要是什么呢？二氧化碳、一氧化碳。硫化氢这类装置，但在美国现在严格的法规要求的是不允许，有火炬存在的，就是已经做到了，就是把这个尾气呢是回收成什么碳酸、硫酸之类的化学品，啊，它就说它对这个空气的污染呢已经是很少了，但是你看在中国、在中东、在伊朗、在这个俄罗斯。他们没有这个要求，所以他们那个冶炼厂、炼油厂那都是我们那个火炬啊，巨大的火炬成天在燃烧啊，那放出那个橙黄色的那个烟气啊。那为什么这些国家不做呢？因为对这个尾气进行回收啊，要花重金进去。你像我们原来就是我到美国来，就对美国很多老牌炼油厂，你比如 Chevron 啊、ExxonMobil 啊。对吧？这个 Mobil 飞利浦啊、66啊、也秀啊这些公司呢，都有严格的法规要求，就是说你必须对老装置进行改造到把这个火炬你不能燃烧，全部回收。这就是存在一个有这个业主呀，要花巨资下去，你要进行设计施工啊，添加设备啊，哎，这个他美国做得非常好。但是你看，在伊朗、在中国、在俄罗斯，没有人关心这个。嗯，高杰女士，我现在有两个很重要的数据，我可不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好，贝友稍等一下哈，我们现在有一个最新的数据呢，现场的数据正在发生大选的一些情况，给大家更新一下，稍后一下。对，很快要跟大家说一下，现在这个亚利桑那皮马县就是最蓝的一个县，它现在的前面这个投票数据，现在呢共和党领先大概6.5%到6%，然后在新泽西的一个叫 Morris 县呢，共和党领先大概也是16000票。所以呢，这两个现在新泽西跟亚利桑那，我觉得今晚我们会谈到哈，都是有可能是否会翻，就是新泽西翻红，翻红是一个很大的可能性，是吧？对。现在爱荷华已经是翻蓝，有可能，现在都是在有可能的这种情况之下。你中有我，中有你啊。好，那贝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来跟我们，因为你是能源方面的专家，来说你的观点吧，说你的结论。我的结论就是说呢，实际上在美国开采这个能源。石油能源是性价比最高的，对环境最友好的，而且能带动相关产业的迅速的发展。你比如说，在这个页岩油这一块，在这个 West Virginia、Wyoming 以及这个 Pennsylvania， 其实呢，这个储存了大量的页岩油气。它这个好处在于哪里呢？它这个页岩油气啊，它比较。这个处于浅层，而且你只要挖下去，管子竖进去以后呢，它冒出来的不仅是这个油啊，还有 natural gas， 还有 gas， 就是还有 gas 的，就是说 natural gas 就是天然气了，对吧？它直接就是可以储存了。natural gas gas 呢，就是我们要的那个，就是一种燃气了，对吧？总结一下哈，贝友，来总结一下您的这个观点哈。您是觉得，现在呢，真正对美国、对地球好的能源政策是共和党川普这边的政策，而你认为是民主党的这种看起来呢是很绿色、很环保，你认为是书生在电脑上在指挥世界，是这意思吗？对的，他们不了解这个美国的生产的实际和这个行业的要求，他们只是嘴巴上说一说。我再给你举个例子，你就说这个去年吧，那个欧洲这个俄罗斯这个说停了你的天然气，对不对？欧洲很恐慌，但是后来为什么现在欧洲不叫这个问题了？也就是美国在这方面技术和工程能力非常强，他在半年之内迅速的把这个液化天然气啊就运到了欧洲，解决了实际问题。你不要看这个美国这个能力啊，实际上世界上能对天然气进行过滤，就天然气里主要是一些硫化氢和一些辛烷呐这些杂质嘛，能够迅速的过滤出去，然后呢，并且进行液化和储运，这是一项非常高的技术，只有个别国家有这个技术和这个设备能做到，别的国家做不到。好的，贝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哈，非常感谢您的这个观点哈，我就因为昨天我跟贝友呢做了很长时间的一个沟通，他其实呢观点非常的鲜明，他说你们要看到中国的野蛮开采你就知道了，现在呢对美国能源行业的这种限制已经到了苛刻的地步，你真想保护地球、保护环境的话，你应该让中国、俄罗斯和沙特哈这些、伊朗这些地方的采油呢，让他们真正的提高技术，而美国的技术已经先进到了根本不用担心这样的问题，而他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更有意思的角度呢，就是未来的美国将会在核能这部分大力发展。核能的这一部分呢，也是民主党反对的，但是呢，现在包括比尔盖茨等等很多大的企业家支持民主党的人都在投资核电厂啊，这也是我们所 get 到的从能源专家当中所来的一些观点，从一个知识面的角度上让大家呢去说一下。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好，来叔请讲。这里我要强调一点啊，这里面啊，实际上呢，在开采石油问题上。共和民主两党并没有太大的区别，这里非常的重要。川普说他将把美国的这个能源这个价格降一半，不是因为他的能源政策，而是他的外交政策，对吧？因为这个你看啊，你首先这个拜登说他要 stop fracking， 他并没有这样做。而且拜登上任了以后，他第一年他发出去的这个开采钻探石油和这个天然气的这个许可证是3400个，比这个川普上任第一年的时候他发的那个许可证还多1/3。原因是当时乌俄战争起来，能源价格太高了。哎，不是。那为什么啊？我现在就讲，现在就讲了，就是回过头来，我首先是讲，就是双方的在开采石油问题上，双方并没有太大的区别。没有太大的区别。那为什么他一上来就 executive order 就把那个Keystone 那个运输管给关了呢？因为他这个天然气就是需要用运输管才能运的。这个 Keystone Pipeline 它并没有影响美国的能源价格，因为 Keystone Pipeline 它要花很多年才能建好，它停了。这个 Keystone Pipeline 并不是美国能源价格上涨的原因。那为什么在这个政府期间，他还就是启用了这个石油储存的这个 petroleum 战略储备呢？对呀、啊，这就是为了因为能源不够，因为汽油价格太高，他用了这些再去降汽油，人为的去降汽油价格。美国的石油，它之所以回过头去看过去的4年，美国的石油价格上涨的原因。不是因为它不采石油了，而是因为首先是疫情，第二是这个俄乌战争。所以说这个川普将来他，你看，而且你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你就讲这个核电能啊、你讲建核厂，核厂它是个很长期的东西，它也不可能很快的就把你的这个能源的价格降下来。那么2017年的时候，美国的石油大概是因为石油它是个国际市场啊，它也不可能你多采一点石油，它整个国际的就降下来。所以说2017年的时候，美国的石油大概是50到60块钱一桶，现在是70到80块钱一桶。它的价格增长的原因，主要的就是疫情和这个俄乌战争。对对。所以说，真正的这个川普能够迅速的把这个石油价格降下来的原因是，他一上任，他很快就会停止俄乌战争。这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不是他的能源政策。我几乎可以说完全不同意你这一点哈，因为我看到一个报道，就是说美国的石油开采业他们已经心灰意冷了，因为他们觉得县政府就是要把这个化石这个燃料这个把它干掉，所以呢，页岩油的开采是要长期投资的，一投资就是5年到10年的计划，他们根本就不做这个计划。因为他觉得将来没有未来，我钱丢进去，他们带着钱就走开了，所以石油业、化石能源业的再投资是非常低的。这种说法没有任何的根据啊，因为没有根据，而且是有数据的。美国现在是全球最大的这个石油生产国。咱们挑出美国来讲哈，我在欧洲我看到了，他这次受到俄乌战争，他们的油价，他们你要加一箱油是100欧元的，100欧元的唯一原因就是什么？他们没有能源自由。德国没有能源自由，其他很多欧洲国家没有能源自由。能源自由这一点，你在美国，你就哪怕是拜登还是川普，你都要比其他国家好。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我们谈来谈去，其实谈到最后还是什么？能源开采是一方面，我必须要做。至于你说这个价格什么方面，可以有很多多方原因。但我觉得不管怎么样，美国人现在都要很庆幸，他们生活在美国，有这么多能源可以采。因为在很多国家，大家知道吗？没有这个，他都没有这个。能得到这个能源自由的这个机会，所以在很多人看来，你知道吗？作为美国来讲，我们在谈这些问题，有的时候我们是在里面看问题，但如果你套出来的话，很多人会觉得说，你们美国真的是活得是非常好。对，这些问题就在这儿啊，就是说对化石能源的看法是民主党的一个政治纲领，它不是一个经济问题，它也不是个能源问题，它是个政治纲领。因为这个事情呢，它就不会开放这件事情，它的政策一旦显示出来，石油界会往回撤的，它不会做长期的投资。美国现在是全球石油最大的生产国啊，然后这个，但是你要是不约束它，它现在150%，我跟你说，你就比如说在加州哈，加州它其实沿海嘛，它其实有可以很多可以去赚石油的地方。但是呢，加州这个就说是民主党占绝大多数的政府，他们就做了很多的限制，就说这些政府的法规对于这些石油开采的行业来说呢，是一种就是说你是可以说看得见也是看不见的一种隐忧。就是当他知道说你这个就是说他的总体政策是要给这个石油行业，对吧？开采石油做很多规定的时候，他不会很愿意去投资的。是，但是你要这样想，即使川普上任了，选上了总统，加州的政策也不可能改变。那么川普凭什么很快的就把他的价格降一半下来？就比如说宾州，宾州它的这个就是说天然气储备是非常之大的。那位能源专家告诉我，他说你用个几百年、上千年都可以。当然，我们有朋友说啊，用了几百年、上千年可能就没了。但是就是说，他也不是说完全说核能不能用，清洁能源不行，对吧？但是到目前为止，清洁能源它这个就是有那么多的限制，只有10%的生产量，对吧？你就是说你要去也要有一个过渡，嗯。好，所以不能说一刀切，马上去转。我问那个，所以马上产生的作用的就是外交政策，不是能源政策。它的外交政策真正的能够让美国的这个能源价格迅速的降下来，就是停止俄乌战争。记住啊，今天的这个争论的这个焦点啊。然后呢，4年之后咱们再看，时间是能验证兰叔的话说的对不对的。然后我们再来去问一下，这个贝友哈，贝友快速来回答我们一下。其实刚才您讲到的这个核能源，这个非常有意思。我只是想请您快速回答一下，现在美国的这种核电厂呢，刚才兰叔先生说建的时间很长，但是刚才你讲到了已经小型化，而且呢污染是非常的低。那么现在这种小型核电厂也不需要在海边了，在湖泊很小的地方都可以去分布，内陆都可以分布了。那么这种小型的核电厂建成的大概需要多长时间？2到3年，很快。Wow, 对，这是2到3年。贝友的背景是在核能源方面的这个 design。我再加一条啊，2到3年你可能建筑许可证都拿不到，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这是另外一个问题。现在根据我的了解，很多项目已经在设计和基础建设已经同时开始了，比如说在怀俄明、明尼苏达、德克萨斯州以及维吉尼亚。都已经开始了，同时在开始。这也是昨天在我采访贝友的时候呢，我得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角度，他是真的在这个行业当中给我们在讲到的行业当中人明白的事情。而且我说民主党是不允许的呀，他说 no， 连比尔盖茨他们都在投资核电厂，这是今天大家在这得到的一个非常benefit。而且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原来老的核电厂呢，在做2个事情，一个就是说的改造。主要是 wastewater， 就是核污水啊，它在这个装置在改造。另一方面呢，在大力的扩能，听到了啊。在我们加州呢也特别有意思，我们的太阳能，然后没有太阳怎么办呢？还得把这个烧煤的电厂还继续的工作，本来要休息了还不行，所以我们的这个太阳能也好，我们的风车也好，都是一条腿在走路哈，这是在我们加州。然后我们的电费更加的贵了，这也是我们加州现在的生活的状态。兰叔是这样吧？我们的电费非常的贵。好，那我们现在呢，这个时间的关系哈，非常感谢贝友，我们就先谢谢贝友分享您的专业的知识啊，大家记住哦。那我们的这个能源专家，未来呢，我们可以单独呢去给做专访，让大家了解美国未来的能源的发展方向和政策，以及呢，美国真的掌握着世界上最先进的能源啊，它这不光是核的，还有呢这个石油方面的都是最先进的技术，远远的把其他的国家呢都已经落在了后边了，这就是美国。好了，那非常谢谢贝友您的参与，分享您的知识。那现在呢已经是美东时间的4:03，我们呢请珍飞给我们更新一下最新的前线的消息。好的，谢谢主持人，观众朋友好，我是珍飞。那在这一趴呢，我将会带大家除了更新一些最新的消息之外呢，还会带大家来预热一下，在今天晚上我们如何去看待7个关键的摇摆州，如何去根据当下的选票的开票情况去做一些合理的预测啊。那本来呢是打算在这一个整点为大家带来北卡莱罗纳州的一个官选的情况，但是呢，由于 Nevada 似乎出现了一些不太好的消息。所以呢，那就先把这个 Nevada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Nevada 是一个摇摆州，但是呢，在往年啊，从2018年以来呢，奥巴马民主党以2位数的这个优势一直是压制了共和党啊。但是呢，值得关注的是，在最近这些年来，共和党在 Nevada 的这个趋势呢是越来越在缩小了，距离民主党来说。上一届2020年，川普呢比拜登只落后了不到3个百分点。那为什么 Nevada 在今年呢会成为一个摇摆州呢？其实主要是因为 Nevada 的也是这个人口结构出现了变化。那值得关注的是，Nevada 其实它的这个人口分布呢比较单一，主要的就是集中在这个县叫 Clark County。 这个县聚集了四分之三的 Nevada 州的人口都在这里，而且呢，这个区域西班牙裔的人呢是非常高的。那另外一个大部分剩下的人口呢，主要集中在这个叫瓦肖县，对，瓦肖县了。 那么如何？你看可以看到这张图也是像我们之前一样啊，这个圆圈呢越大的，你可以看到。 越大的区域代表民主党跟共和党的这个优势差距越大。那么这两个地方呢，也主要是民主党的这个票仓区。那鉴于川普在西班牙裔，特别是西班牙男性的这个支持率在不断的抬升，所以这两个区域到底西班牙裔的人民会如何选，会不会把川普？ 这个优势给拉上来，这个是非常值得关注的点。那为什么说 Nevada 现在我们要特别来说一下它呢？是因为有一些不好的消息。那截止到1个小时之前呢，Nevada 投票的这个人数呢是达到了56000张，那较2020年的整个当天选举日的票数来看呢，是达到了1/3。2020年选举日是。 达到15万8千张票。那我们前面说到 Nevada 的很多的这个选民啊，都是通过邮寄来进行投票的。那今年有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说，他这个刚刚Nevada 州的官员已经说了啊，在这个2个主要的县 Clark 和这个瓦肖县的。 邮寄选票当中呢，出现了要补票的情况，这是个怎么样的问题？就是说，如果有个邮寄选票，它这个 signature 就是选民的签名呢，会跟选举的这个登记系统的选民的签名去进行比对。那么现在这个州的官员就发现了，在 Clark 县出现了非常多的需要去补救的这个选民的签名，也就是言外之意就是说这个签名是有问题的，那可能。 会有一些事情正在发生。那在 Clark 县呢，这个需要补救的选票呢，已经达到了11300多张，在瓦肖县呢是1800多张。那这两个数字都是高于2020年和2022年的选举的这个需要补救的选票的情况的。那鉴于 Nevada 是一个关键的摇摆州，并且2个候选人在这个州的情况呢是势均力敌的，所以。 微小的这个变化，选票的变化，可能都会决定这个选举的结果。而就如我们之前预测的 ，Nevada 呢，很有可能在今天晚上是没有办法得到一个比较明确的结果的。那这个邮寄选票，如果选民需要补救的话，这个截止日期是11月12号。所以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Nevada 似乎不是那么的乐观。但是呢，我们会继续关注。所以呢，也请朋友们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2024美国大选特别节目。我是甄飞，那感谢。 这样吧，镜头切回给主持人。需要去补救的这个邮寄选票，我觉得今天晚上大概率是没有办法得出一个比较准确的结果的。就等于选举有点卡壳了啊。内华达我一开始就没有指望说内华达在2个星期内会结束啊，从来都是啊，从来就是内华达一定会至少拖2个星期。哎，我们最担心的说你们最好今天晚上结束吧，要不我们就做73天。内华达不会结束啊，内华达不会结束，但是大选的结果今天晚上会出来。来数非常有信息啊，非常乐观。 先聊着我，因为有点累，我先补充点这个，因为我这个就是我经常喝的这东西，大家如果哎。 这个镜头给我一下哈，我就跟大家介绍一下，我这喝的是什么。这个就是加拿大产的一个，就是韩国的红参这个产品叫 Genesis 的。对，这个是有一个黑参版哈，2个不同版本。我什么时候喝呢？我早上，比如说我喝一杯咖啡以后，我还累，我还困，对吧？你那么年轻。 可是你知道吗？我做这个事情是一个很伤脑的一个事情，网红不容易，大家容易做到百万网红，大家不要小看，不要说笑。就我很简单啊，我现在给大家演示一下。就我第一，我这样我要接一个纸，因为我怕它这个就是滴出来哈，我就往嘴里。真的假的？2滴。 这是什么黑参？这个是红参，就韩国参，它是红参和黑参，它其实是一个参，只不过红参是没有被那个蒸的很多次，黑参是它蒸了很多次以后提炼的。好。 喝口水，然后就可以了。5个小时，这我换以后这5个小时就感觉非常非常的精神。哇，对，这个很推荐大家啊，这个就是我们那个下面有个连接哈，就叫 Gen X 的这个红参。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产品，我已经喝了大概有快1年的时间了吧。那今天晚上我们要做那么晚，可能待会儿也要来滴几滴。每天两滴。你看哈，这个 David 呢太累了，他马上呢根本不是有意的去卖东西，但是呢高杰给我们大家讲到哈，今天给大家推出的这样的所有的奖品，现在呢您在各自的频道当中，方伟时间呢、新田面对面呢、David 张的 China Insider， 你们都可以在里边去打上。美国大选4个字，美国大选谁手快谁打得快，我马上截屏，第一个就能中奖。刚才我们已经有一轮中奖了啊，已经有人中了这个了。那刚才我们也听到了，不仅 David， 包括呢牧羊老师也非常喜欢他，强烈的向大家推荐，好像价格还不菲呢。刚才真的有人中奖哦，所以现在呢，我们再来一轮中奖啊，动动您的鼠标，看谁手最快，打上2024美国大选，2024美国大选。我们的编辑呢已经准备好截屏了啊，赶快我们有不少的商品呢去介绍给大家。那我们接下来呢看一段，在大家动这么老多人在打动鼠标的时候呢，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编辑们精心制作的一个短片。目前，美国的犯罪和毒品问题日益严重，旧金山、洛杉矶、纽约、休斯顿这些城市的犯罪率到底有多高？我们深入这些城市，聆听市民的心声，探讨犯罪率上升的原因。大家对此有什么看法？加州47号提案修订案，旨在改变对非暴力犯罪的处理方式，这是零元购计划的一部分，但它对犯罪率有何影响？今年加州公投是否能成功否决47号提案？许多自媒体频道的著名主持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看法：中共无法推卸与芬太尼有关的责任。谁是美国动荡背后的真正原因？谁将会成白宫的新主人？让我们的每一张选票都是正确的选择。在方伟时间的这个频道当中，哗哗，这真的是认真的在听我们的节目。有一位听众说，从早上就开始看了，叫做 Cici 苏，对吧？中间工作没有时间，谢谢你们，你们太棒了，你也很棒啊，一直在关注，对不对？然后呢，刚才呢还有一位苏，也是苏，他说他在家工作，他根本心不在焉，没心思工作了，都在看着美国的大选。其他观众朋友们，你们是不是这样呢？那再给大家说一下，您现在看到的是开心平台邀请了众多的华语世界当中的自媒体人，他们也是各方面的专家、媒体人啊。那我们联手呢做了一个18个小时的现场直播，从美东时间的7点45分已经开始了。每一个板块呢是大概2个小时，然后我们不断的轮着哈不同各路的嘉宾呢和大家荟萃在同一个平台上，咱们一起关注着全世界都在关注的2024年的美国大选，美国到底谁将入主白宫呢？您的结论到底是什么样子呢？那刚才呢所有的新的消息呢就看到呢，我们的珍飞也讲到内华达的情况，刚才你也讲到了几个最蓝的县，现在有些情况给大家再重复一下目前的这个情况。好的，我们其实看到今天亚利桑那的一个最蓝的县哈，就是历史上投民主党的很多的这个县 ，Pima County 呢，今天发现它的这个投票数字竟然是共和党领先，所以这个是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还有第二个就是在新泽西的一个 Morris 的县也是呢，今天看到民主党领先，所以现在有一个很大的争论，就是说民主党是共和党，共和党领先 ，sorry， 两个都是共和党领先，现在是两个蓝的比较蓝的地方是共和党领先，现在对。那在这儿呢，我们就问一下大家，您来美国多久了？您觉得现在的美国跟过去的4年前，或者是过去你印象当中的美国，现在的美国安全吗？还是说你觉得现在美国很乱呢？我们发一个民调，您觉得现在的美国安全吗 ？Yes or no？ 好，我们请所有的频道当中的观众朋友们来说一下您的观察和您的感受，好不好？那我们的编辑呢说，高杰，快一点！你看观众都离开了。你们可不要离开啊！离开我这边压力太大了，就是我的节奏太慢了。好了，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进入到这一部分的板块，枪支啊、犯罪啊、毒品啊等等，这仍然是美国大选当中永远争论的话题。那么今年呢，我们看到最大的一个热点了，也是最大的一个惊奇，就是马斯克，他直接呢就跳到了宾州，直接 all in， 他就是要捍卫第1和第2的这种言论自由。第2条那就是保证持枪的自由。好，那我们先挨个问一下年轻人，你的频道当中80%都是30岁以下的，你们最关心的话题和枪支、毒品安全这方面有没有关系？嗯，我觉得今年这个经济问题，不是说犯罪、毒品、枪支这些问题不重要，而是说这个经济问题太重要了。年轻人也关注。对，因为大家可能比如说我是上大学的，我现在已经没法付我的一个卧室的这个房租了，或者说我买不起这个有些特殊需求的这个食物了，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我就说一下我个人观点哈，我觉得就我来讲，我在纽约这块也生活了现在大概4-5年了，我真的没有，我个人没有体会到就是犯罪的很普遍的现象，但是我有亲身经历，比如说我有买的这个亚马逊的东西被偷啊，或者说是在路边有那个流浪汉，他就跑过来差点就是一拳打到我们，这样情况是有发生过的。哦、对。哇，这在美国纽约4年前刚来的时候没有，什么时候开始发生的？你觉得？就是在疫情结束大概。开放以后，大概是2021年、2022年，对对，那也就是2年之内就有这样明显的变化了。好，方伟，我的印象就是说，我现在在纽约嘛，在纽约其实是郊区哈。我在来纽约之前，我是在旧金山，我在旧金山就目睹的这治安的恶化。我在街上走，一个流浪汉就在我后面，我也没惹他，走过去，他转过身来追到我后面，对我后脑勺就是一拳。真的，像这种事情，我以前是没有过这样的事情的哈。所以，但是我。你回答你这个问题哈，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啊。我其实，在节目前我在做研究，就研究一个很简单的事情：美国的治安是好了，还是坏了？大家知道，因为哈里斯跟川普在辩论的时候，他们没有答案，他们没有一致啊。各说各话。所以我去查的话，我确实没有查出来。然后我查出一个什么疑问呢？说现在联邦调查局啊，它的数据是说，美国从1990年代到现在，犯罪率是直线下降。他接着说，但是。老百姓呢对现实的情况，他就是走一个错误的解读，他会认为这个犯罪率实际上上升，所以联邦调查局给我们的答案是一个没答案，是老百姓都以为错了。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后来去问蓝叔给了我一个答案呢、啊。蓝叔，你的数据是什么？你的数据是不是川普的数据？对，它实际上是2个数据啊。这个川普用的数据呢，是从 Department of Justice， 就是司法部的一个数据。司法部的数据是根据这个 National Victimization 的 Survey 啊，就是全国的犯罪受害人的一个调查。那么，我稍微打断你一下啊。FBI 的数据，他也说了它的局限性是什么？他是说向他报告的罪犯，他才在统计中。如果不向他报告的话呢，那他就不在里头，这是第一件事儿。第二件事，它的类别也不够广，只是个 partial 的数据。所以呢，我想你刚才说的这个，就是从另外一边，对不对？从受害者角度，另外一端来的角度，对吧？川普说的是 violent 的这个 crime，、就是说是暴力犯罪，就是受害者这一边。他暴力犯罪从2020年到2022年增加了43%。那 FBI 的数据呢？它是说这个从2020年到2022年，它是呈下降的趋势。我这里要讲的一个呢东西呢，就是说是大家不要忘了，就是今年的大选的3个议题，就是经济、非法移民和排在第三的是堕胎，对吧？所以说你一定要和这3个东西连在一起，你才能看得出来这个选情的变化。你这里面就举个例子，就是亚利桑那州，亚利桑那州的它在过去的几年里面，它的犯罪率。它的这个犯罪率呢，从这个就是这个暴力犯罪的犯罪率啊，增加到每10万人是432起啊。那么全国的平均呢是每10万人是381起。所以说亚利桑那州它的这个暴力犯罪率现在是排全国的第13高。那为什么呢？那这里就跟这个亚利桑那州它大量的非法移民进入。有关系，所以说这个你看他的这个犯罪率和他今年的这个排名在第2的这个非法移民入境这个问题，它是联系在一起的，这个它就直接也影响到这个选情了。对，我这方面呢，我正好就想到了我之前收到的一个信息哈，在美国有一个叫 Crime Research Center， 就是犯罪调查中心，他就提到一个问题啊。就是联邦调查局呢，在2023年9月份的时候就发布了一个，就是说22年的最终的犯罪数据，说这个全国暴力犯罪是下降了2.1%。但是他说大家不知道的是什么呢？联邦调查局呢后来就悄悄的就修改了这个数字，它可以修正的。那修正的是什么呢？他说其实2022年暴力犯罪是增加了4.5%。那里面就包括新的增加的这个数据，就包括几千起的谋杀、强奸、抢劫和严重的攻击事件。然后呢，这个更新数据还表示说呢，暴力犯罪比21年是增加了超过8万起。另外呢，还有将近1700起的谋杀案，将近8000起的强暴案，3万多的这个抢劫案和将近4万起的严重攻击案。所以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 ，FBI 呢，他给你一个公布一个报告一个数据，但是他下来之后呢，他又去悄悄的又去修改了。 这是一个问题，当然他也提到了，就是说刚才蓝素讲到的，美国司法部提供的这个受害人的这个数据，他确实他说这个跟 FBI 那相差是非常之远的。那第二个问题就是刚才蓝素你分享到的这个非法移民犯罪的问题。那其实呢，这个确实也就是大家如果注意到的话，川普尤其在最后这几天。 他在竞选的时候就非常的注重在这个非法移民犯罪问题，记得吧？就是那天，他在这个海湖庄园，就是在这个1周前嘛，他等于是做了一个他的竞选的一个 closing 的一个 press conference， 他里面他就邀请到一位马里兰州的妈妈，她的女儿在2022年的时候9月份的时候，她的女儿她只有大概10多岁。 在自己的卧室里面被一个非法移民强奸，而且这个过程呢，因为这个女孩子就试图打电话给她男朋友求救，结果这个非法移民还就在这个录音留言的录音里面就把她的过程录下来了，所以川普就邀请这个妈妈来作证，这个妈妈之前还到过国会去作证，她就是说这个非法移民。 这些罪犯分子，他妈妈就说：“他说这个人其实是一个 MS-13 黑帮分子。他说，但凡他在这个越境的时候 ，border control 对吧，能够去查一下，把他的衣服掀起来就能够看到他有这个纹身，黑帮的纹身。他说，但凡国土安全局就是查一下他的背景，就知道说这个人是犯有重罪的。但是就是因为没有做这些，导致他的女儿就这么悲惨的。” 死去了。他说我不愿意出来说这个事，但是他说为了不让更多的美国的女孩子遭受这种，大家还有记得就前几天爆出来的吗？在纽约长岛好像是5岁女孩子被非法移民强奸。其实我前天看那个叫做Fetterman 哈、啊，就是Joe Fetterman 是吧？John Fetterman 哈、啊，就是宾夕法尼亚州民主党参议员，他上 Joe Rogan 的秀，我就。 Joe Rogan跟他谈到这方面的事情哈、啊，你知道我听他那个逻辑啊，或者说他们是怎么去看待这个事情，他们为什么觉得没有这样的反应呢？啊，对于这个共和党这边的反应，他说每个族群都有问题，所以这是正常的，无非就是他这个事儿你把它揪出来说而已，这就是他的看法。我当时看到，我觉得真的是很叹气，但是你就知道他其实还是一个蛮温和的民主党人，但他代表着民主党对这个事情的看法，他不当回事儿。 他觉得哪个人群没有这个叫做什么来着？没有一个坏苹果哈，就这么个看法。我觉得你这个事情哈，不管在舆论上怎么谈，我相信我就是刚才蓝叔也提到，这个犯罪问题虽然在表面上它不是前3个大选的这个问题，但其实犯罪问题在真正的它其实跟这个堕胎是一样的，在这个受害者的心理中，它是100%它是第一位的。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觉得今天晚上假设说我们看到这个就是川普赢的话，我觉得其中的一个很大的因素就会是犯罪问题，因为犯罪问题它现在已经跟边界问题、芬太尼问题它是连在一起的。 还有一点，我想说，我知道旁边有一位在就是华盛顿的一个学者哈，他的自己的亲人就是因为这个芬太尼问题失去了生命，所以我相信在这个问题在美国人来讲，他已经不是说一个所谓，他是我觉得他在他经济问题啊，包括什么通胀问题，它是一个你可以有高通胀，你也可以存活下来，但是犯罪它是一个生死问题，对吧？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觉得他是没有一个就是一个。 考虑余地的。假如说这个事情真发生在他身上，那他想要的就是安全。我觉得这一点在很多美国人今天，我觉得是他们来讲是头号问题。那你可以把它归说我要边界，或者说我要一个好的这种移民政策来讲。你不管你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我觉得你想在这个，我觉得在犯罪问题上，正常来讲你都是要把它作为第一位的，因为保护这个国家呢，最重要的就是你跟人民。 不会，很多我原来在纽约也采访过很多人，就说，哎，你觉得纽约现在安全不安全？他说啊，没事啊，我比如说我在地铁上偶尔也会发生那种什么，就是打仗啊，或者是有人持刀啊，或者怎么样也会发生，但是基本来讲，我觉得是很安全的。但是你这可不是每个人所有的心理的这个经历，对吧？所以我觉得说来讲犯罪问题，我觉得真正是今天晚上要看的一个最主要的，特别在边境的这些州。对，其实这种事情只要发生在他自己身上，或者说自己家人身上，或者说自己身边人身上，那这样的人呢，他就一定会觉得说这个事情真的是非常的重要。我们现在呢，在方伟时间的这个频道当中啊，一共是597个朋友进行了 vote。那你觉得在美国安全吗？觉得不安全的占了80%，觉得安全的呢占了19%。好，这是在方伟时间的频道。如果在有其他的频道当中呢有这样的民调数据的话，也请导播呢给我们啊。我有看到我的频道啊，你怎么样？面对面频道，我们有。86%的朋友说不安全，哇，86%比这个方伟这边还高啊！如果你现在去搜联邦调查局的报告，它的语言的意思就是说你们以为错了。什么叫我们以为错？他就是说民众的 perception 呢，他就觉得你们的感觉是错的，你们的感觉，他的数据是准的，我们的感觉是错的。对，所以我再加一个我的评论的我的感叹哈，现在在美国找一个基本的事实都不容易。要来回比对，到处去搜，互相去比，才能知道什么是正确的。而联调局这种组织，不是应该给我们非常非常可信的一个客观的一个东西吗？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我最近因为就是有的人偷我的东西包裹，我还去警察局嘛哈，这是我第一次在跟美国的警察这么打交道。他们的态度就是说，你像比如说，我丢了一个，因为我买了一个电脑屏幕嘛，我丢了以后，他就说，哎，没事，你就来给我们写一个 police report， 然后呢，到时候你就去，你跟你的那个保险公司，你就去要钱就可以了。就他的基本态度就是那意思，你像你丢200多东西，我们是根本没法找出来，我没有那个时间，我也没有这个精力去帮你找回来。我不知道这个是一直警察的这种态度呢，还是就是说他在某种比如说价格方面，他就不去。就他没有，他有更大的事情，比如说更大的那种犯罪的，或者说是比如说杀人的、打砸抢，这样他要去 worry 这些东西。所以但对我来讲，我觉得哎，好像这警察不太管事儿，不太管事儿，对那个感觉，对。你多丢2次你就习惯了，他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处理方式。我想讲的是，就是说是这个川普和哈里斯呢，他们2个人在处理这个芬太尼问题上，他们是政策是不一样的哦。这个川普他们的他处理的方式呢，他就是一个立刻就要把它给堵住，他处理的方式就是首先就是secure the border， 就是把这个边境墙给建立起来，制止这个非法移民的进入，同时呢，使用军队去抓捕，对那个走私的团体进行抓捕。他是用这么一个方式，立刻他可以马上就可以见效。而这个Kamala Harris 呢，贺锦丽他们使用的方式呢就比较不一样，他们使用的方式呢是与各国之间进行合作，比如说跟中共进行合作啊，跟这个其他的南美的国家进行合作，然后呢阻止这个芬太尼啊，让各国政府发动他们一起帮助阻止这个芬太尼，减少芬太尼，或者说是减少制造芬太尼的原料从中国到这个美洲等等这种方式，它呢就不会很快的见效啊，它是一个慢慢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知道就是说，在最近的几年里面，芬太尼每一年在美国造成的这个芬太尼中毒而死亡的人口已经有10万人啊，每一年10万人，在2015年只有9600人，10年不到变成10万。对啊，那样的就是你那我想问一下蓝树，你觉得就是这2种方式，你说一种快一种慢，哪种有效？我想每一个人，我们的作为我们的这个投票人啊，每一个人都是你自己做一个决定啊，你是要一个快的呢，还是要一个慢的？所以今年在我们加州有一个公投法案36号啊，我们来说我们刚投完票，这个36号呢，就是为了反对当年的47号。这47号提案在加州已经是臭名昭著了，连当年参与提案签名的议员都出来受不了，要去用36号呢去弥补到47号法案。47号法案，这个金田也非常的熟悉啊。那47号法案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刚才傅立女士就在讲，我们不要变成加州。这个47号法案导致了加州出现了什么样的情况？其实我刚才就想回应一下 David 讲到的这个情况嘛，对吧？就你讲的这个情形呢，我们在加州的朋友呢就觉得说太稀松平常了。你看，我就讲我自己好了啊，因为在加州在旧金山那个车窗被砸呀，这个在这几年就是稀松平常。我自己的车就被砸过2次，一次是自己的车，一次是租车。OK。我自己的车呢，结果里面我就不知道我自己丢了一个包在后面哈，结果。 等后来我就发现说，哦，我有个包是丢在里面，我停在 Costco。哎，过了一会儿呢，居然有电话打给我了，因为我很着急啊，我要去报警啊。一开始警察跟你的态度，他说你东西丢了多少钱？我说那个包大概100多块钱。他说哦，你要不然你就上网去 file 一个 report。不过后来你打电话给我，有个人说啊，你路中间有一摊东西，上面里面有个你的名片，我就打电话给你了，那个包就没了。 OK， 然后呢，像这种租的车，在旧金山，尤其是在渔人码头附近旅游区，每天他们说都有100起砸车案件。就是这个47号提案，大家很多华人朋友都知道，因为不仅是加州人，对吧？全美的华人都知道说，这个950块钱，如果偷的东西不到950块钱的话，就不会就是 misdemeanor 哈，都是轻罪。那警察，其实我跟旧金山警察有对过话。 他们自己其实很多人，他非常的沮丧，他就是说，其实这样的警察呢，其实他说，你说他愿意这样做吗？他说，但是我没有办法，因为那个公投案已经通过，47号提案是加州的选民64%在2016年的时候通过的。很多人就觉得你们加州人脑残呢，为什么通过这么一个法案呢？那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法案在投票的时候，他就是有写了。 就说大家都要去，大家知道投过票的人都知道，它有一个标题，有一个简介，你这个法案是关于什么的。当时这个法案的标题是什么呢？叫 Safe School and Community 安全学校和社区法案。然后说它宗旨是什么呢？他说因为加州的监狱太满了啊，应该要，而且这样的话呢，把那么多人关在里面，把一些小轻罪就不要关在里面了。那他就把这个抢劫或者偷窃的东西，它的门槛从400美金提到了950美金。也就是说，以前你如果抢的东西、偷的东西是400美金的话，你就变成重罪了。现在他提到了950，那造成的结果呢，就是说这些。 这个很大胆的去砸车窗呐、啊，抢劫店里面去，这种叫什么零元购啊，层出不穷。因为你一旦说，你虽然说950块钱，他最后偷的东西远远不止950块钱，但是他就越来越大胆。如果到我们加州旅游的呢，大家可以到 CVS 啊等等的这样的地方。CVS 在美国是大型的连锁店，里边有点像日本的药妆店一样，你去看那个小的地方，小挂的小东西啊等等，全部在上锁的。蓝叔知道哈，全都是在上锁的，你拿不下来了。以前但是随便拿，美国的超市你是拿不下来的。然后呢，这个950块钱的这个刘洋这位观众问我有个问题，是不是犯罪行为不被立案？ 是不是就不被计算在犯罪率里？如果我们不报案的话，就是这个结果。因为我们加州人都知道啊，950块钱不算犯罪，犯罪了警察也不管，所以很多人不去报案。不是不算犯罪，不算重罪，不算重罪。你要不报告，对，就看不见。你要不报告就看不见。所以呢，后来我们采访了 Mountain View 啊，就是 Google 总部所在地的这个警察局，他那个警长呢就告诉给我们，他说你们一定要报案。他说一次呢没到950，我们没有去立案。那如果我们找到这个人的话，他累计加起来超过950，我们也是立案。问题呢就在是我们报案了，这950块到底是谁呀？不知道。所以，除非他知道是谁，他抓到了这个人，否则的话他就是不知道。再有呢，刚才今天你在讲的时候，我就在感慨，我们现在坐着一共5个人，这比例有点太高了吧？新田的车被砸，我自己亲眼见证4到5起砸车窗。我给警察打电话，他就告诉你啊，长什么样啊，描述一下。但再的就没管，没人再管了。我自己的车被偷了那个。 Cat， 我自己家被 break in，Cadillac converter 是吧？这比例有点太高了吧？蓝叔你也在加州，你没有出现听到周围的朋友没有啊？没有，所以你们家非常安全。我们在 Google 旁边都不安全，我们在苹果总部旁边都不安全。他这个47号提案其实它带来一个另外一个问题啊，它一个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很多人他之所以去做这种小的犯罪，是因为他吸毒。 吸毒了以后没钱了，没钱了以后被那瘾君子一发了以后，他就去做这种事情。那么47号提案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是因为他是轻罪，因为轻罪了以后，那一般他关1、2天他就放了，放了以后就给你一张传票让你上庭。那很多人他不出庭，不出庭的话呢，你如果是重罪他必须出庭，轻罪他不出庭，不出庭就带来一个问题，就。那个各地的警察市和县里的警察局呢，他处理重罪都处理不过来，那个轻罪他根本就顾不过来，最后就不了了之，就变成了很多像很多的县和加州的很多县市，它累积了几万啊，这种轻罪的，他没有办法去管。那这些瘾君子呢，他也没有办法让他们戒毒。那今年的加州提出来了一个，就是要取消这个47提案的36号提案。这其中一条就是说是你取消了以后，那么所有的这些瘾君子他犯罪了以后，要强迫他进入这个戒毒所啊，这样子的，用这个方式去纠正以前47号提案这种不正确的地方。嗯，但它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啊？我觉得就是加州的议会啊。加州的议会呢，其实很多就是以前这个47号提案，他们是很多议员是支持的嘛，但是呢，他们其中也有反对的。但是这个36号提案，它是其实是要弥补嘛，弥补。但是呢，加州的议会却不同意这个提案，而且希望呢，原来之前啊，他们希望这个提案不要上公投，结果他们就自己去通过一个提案，说他们要自己去弥补。这个47号提案，但是里面就有一些比较重要的，像刚才蓝树所说的条款啊，还有其他一些条款就没有包括在他们这个州议会提出的这个条款里面，法案他们自己通过的一个法案里面，因为州议会可以通过法案嘛，他是希望说加州的选民不要去投这个36号提案。那我不知道这个在线上我们有没有加州的朋友啊？你对这个36号提案是怎么看的？你有没有去投票？在这里我觉得也要提醒大家一下，尤其是现在在加州才下午1点多嘛，如果没有投票的话，真的应该要去投票。对，加州的圈子里边，华人里边，各个族裔里边都在说一定要 support 36号提案的。除了36号，别的都要说 no， 大家都要疯掉了，加州人都要疯掉了。这就是现在的一些真有意思的、非常有意思的一些情况。现在有没有一个枪嘛，才可以？有没有一个民调能不能过啊？应该是过，是大概率事件，是这样吗？现在不清楚，不知道，现在不清楚，但是今天结束就会知道，对不对？对对对对，所以今天呢，在加州那边也会这个36号提案能不能通过，也是衡量加州的一个指标性的东西啊。嗯、然后我们现在呢有观众说36号提案是什么？简单的说就是把47号提案把它大部分把它抵消掉。啊哈，乐生活啊，乐生活纠正47号提案里面的问题。对，那这个47号提案呢，就是Kamala Harris在我们加州当检察长的时候，他呢去为他签字的，做那个 summary 哈，就他的办公室他们提出来的。那么这个47号提案呢，就是轻犯哈，轻的这些犯罪分子，不超过950块钱的，就警察不会抓的哈。之前呢到450块直接抓走了，你得在监狱里边或者是看守所里边蹲他。几天，但是现在不行了。对，它是这样的，就是说，在加州呢，就是我想其他州可能也是一样，就是你有公投案的话呢，你要放上这个选票，你就要有这个标题和简介嘛，因为每个选民不可能去看长长的这个提案哈。然后呢，在加州就是由Attorney General， 就是加州的总检察长办公室去写这个标题和他的总结，他的简介。那在2016年的时候呢，加州的这个总检察长呢，就是目前的民主党的候选人 Kamala Harris。这位 Lisa， 我在洛杉矶物流公司，我们公司的车停到自己院子里已经被砸过玻璃很多次了，各种大小卡车都被偷了，车里的各种配件，院子里全是摄像头，警察来了也没有用，直接放人走，看见了吗 ，Lisa 哈？我要没有记错的话 ，Lisa， 你今天在 X 平台上发了一个讲的是不是就你？你讲到那个仓库也被砸，然后你的朋友也被砸，后来朋友受不了都搬走了。如果是你的话，请说一下 yes 啊。Carol 黄，他说我们家5个人都投了 yes 啊，36号提案投 yes。哎呦，我们这不少加州的朋友喂，耿马 Jim 36号投 yes， 其他全部是 no。然后苏也是哈、啊、等等，然后在这里呢，我们去说一下，我能看到的是方伟时间的频道哈，其他的频道有捐款的，在这里呢一并的非常的感谢。好，方伟，你的频道当中现在有多个捐款哈，君尼哈，君尼孙，谢谢哈，还 Jennifer Mu， 谢谢。啊，我要感谢一下小龙女捐款给新田面对面 ，Thank you very much、yeah.。现在呢，最新的是 SMS 啊、，SMS 呢已经捐了19.99块，还有呢，我看刚才还有啊不少呢都在给捐款的，李静19.99块。然后这个是 SMM。OK， 好，那我们现在呢是你们捐款，我们现在轮到我们呢去鼓励大家哈。那么还是刚才呢已经第一轮的抽奖，抽奖怎么样？对，抽奖已经出来了，大家可以看屏幕。那我们看到方伟时间里边的是 AM 啊，手真快呀，打字哎 AW 打字，美国大选夸夸打出去，第一个啊，您的手指的打字的速度和鼠标发出去的速度是第一的。那您呢已经获奖了，方伟为你的听众。 去选择一个奖品。OK， 所以我们的奖品是茶叶和这个，我来选眼贴好不好？眼贴，这个眼贴哈是一个就是对眼睛疲劳哈非常有帮助的。大家看我的节目会讲说，我经常会讲这个眼贴。我每天晚上做完，差不多10点半做完的话，我就贴上去，然后就去休息哈。然后呢，就是让眼睛非常舒服。 就是你觉得睡得都更香一些，总之吧，就是非常神奇的一个东西。当然它是这个几百年的古方哈，中国的古方，它是帮助眼睛放松、减轻眼睛疲劳。那么还有就是能够帮助解决飞蚊症和以及花粉过敏，还有眼睛黄斑病变。眼睛说实话啊，年纪大了，这个眼睛真的得要爱护，对不对？你看不见的话，那是极大的一个问题。年纪小的也要注意。年纪小的那个假性近视都有帮助哈，所以大家不妨试一试。我现在看到的哈，就是从我的观众回来的反馈都是非常好的反馈。Yes， 大家不妨试一试。 好 ，AW 哈，那这个恭喜，对，恭喜你哈！就把这个同时呢，这一盒是用了多久？一个月对不对？一盒可以10天，如果每天用，然后你每次都贴六小片的话，那就是可以用10天。但是呢，其实有的时候，尤其女生哈、啊，有的时候其实不建议说，有的人会担心这个下面贴了之后，哎，因为这里皮肤比较嫩嘛，其实你不一定要贴6块，6片。 所以呢，你就可以多用几天这样子。这个呢，也推荐的那些有孩子的家长啊，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因为现在呢，手机啊、电脑啊，每天都在盯着这个电子设备，小孩的眼睛非常非常容易疲劳。那么你给小孩子呢，晚上睡觉的时候贴上，睡觉一点都不影响。那么第2天早上，他最起码保证你的眼睛不至于恶化，或者是近视啊太快，对假性近视帮助也非常大。我也用啊，我们都用了是特别是你眼睛非常难受、干涩的时候，马上就能见效。 这个呢，向大家推荐一下哈，这是第一个方伟频道，感谢你们的捐助啊，那也呢对你们对大家的一个回报，大家努力的给方伟捐款呢、啊，方伟一会儿会有抽奖啊，他会有送书啊等等的一系列的作品鼓励大家。那么第2个呢是老北京茶馆。 老北京茶馆的朋友都喜欢呢去轻松，即使这样，刚才呢我看到调查的结果是68%吧，哈，60%多的朋友认为美国现在不太安全。那么现在呢，哪一位呢？是美国大选叫做朱成亮 Power Records。那这位朋友呢，你已经获奖了。老北京茶馆的朋友呢没在这儿 ，David 来帮助这些快乐的朋友们选一个哪一位产品送给他。老北京茶馆那肯定要茶了，对吧？我们就来给大家。 这个是高山茶哈，台湾高山茶。这个我作为一个从来不喝茶的一个人，因为我比较喜欢喝咖啡。我尝完这个以后，还真觉得哎，很适合就是比如说我觉得华人观众肯定都喝茶吧。但比如说你家里有孩子，你可能你觉得哎，这个父亲喝茶，儿子是不是也要跟着学一下啊？我觉得可以推荐这个啊，因为原来一看我爸喝茶，我就觉得这哎，这老年人嘛，对吧？但其实我觉得现在茶。 在华人圈，在英文这个就是美国人圈也是一个很火的事情啊，因为咖啡现在已经开始不时髦了，现在有很多出现那个茶的茶品啊，什么 kombucha 啊，什么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很适合很年轻的也可以去推荐一下。所以我给大家选的是这个台湾高山茶，很好。台湾这2年的珍珠奶茶是风靡世界，风靡美国呀，很好的那奶茶店前面都是大排长龙，所以这个茶呢再一次走向了世界，以珍珠奶茶的这种方式啊。那么 David 呢是 China Insider， 那么请大家呢去搜索一下油管的频道，2年之内做到100万的这样的粉丝，而且都是30岁以下的年轻人。有什么问题呢？觉得哎你们年轻人为什么这么想啊？觉得跟我们的有代沟啊？你可以问题呢，请他来帮助年轻人为我们来回答一下。好，也可以推荐给自己。 家的小孩哈，你们家年轻人可以让他来订阅一下，让 David 成为呢2代人之间沟通的一个桥梁。给我推到200万，好，大家加油哈！去查一下 China Insider。好，那今天你的这是鹏鹏哈，来对你的这些听众要给人家选什么呢？哎呦天哪，鹏鹏，男生女生也不知道是男生女生啊，其实。 对，我看剩下来的几个东西呢，应该照道理我应该是面膜嘛，应该挑面膜，是不是？但是我不知道这个鹏鹏听起来是不是男生、啊、给太太、给女朋友、给妈妈。我这个这个面膜我真的太推荐了。那其实呢，就是说，因为它真的是就是给这个皮肤啊，等于是喝饱水的这种感觉，它非常多的玻尿酸。那皮肤干燥的，或者说尤其像现在冬天了嘛，你也会暖气要吹暖气，但是呢皮肤就会干燥，非常好。我昨天晚上就用了。 因为今天要上节目，因为就是化妆比较多嘛，其实呢，就很需要呵护的哈。好，那就恭喜你，鹏鹏。不管自己用呢，还是其实男生也可以用，姜光宇就用，对吧？男生真的应该用，应该用，保养一下。 嗯，好，那我们还有一个呢是开心天下的这个频道，也呼吁呢各个频道的观众朋友们去支持一下哈。非常感谢开心自媒体公司搭建了这样平台，不管呢是美国大选和未来的一些热点节目，都会呢最及时的时间当中召集呢各方面的这种专家和网红自媒体人呢走到一起，为大家呢去进行深入的解读。所以呢，开心天下这个频道，请大家呢去订阅一下好不好？然后 NG 啊，美国大选2024打得非常的全，手非常的快，你这速度太快了，比小编还快。对呀，一下就截到了，看到了吗？我们跑到了我们小编的这个前面去了，你太牛了。好，那这个呢是美国大选2024的您的中奖，那怎么办？方伟给大家抽一下吧，给这个开心的这位朋友哪一个奖品呢？刚才 David 的推荐的那么好，对，连我都想要，对吧？你就是这个红参，就这个，对不对？对，我拿的是这个品，这个是红的，但它呢又有一款黑参的，对，这个呢其实黑的这个我黑的那个我知道，它比较就说需要咬啊什么的，我觉得 David 你说的这个特别方便，我也没试过，但是我听你这么一讲，真的很好。上班族啊，你比如说你在巴士上，或者你坐地铁啊，或者你在 家你没事你就来一下提神的，对，好。那接下来进入了哈，我不好意思哦，我要赶快感谢一下这位朋友啊，刘鹏捐了50块钱，哇，刘鹏非常感谢，就刚才那个鹏鹏吧，啊不对，是那个刘鹏那位刚才留言的那位啊，我回答了他的问题，刘鹏，感谢你一直守在这里哈，已经几个小时的守在这里。刚才这个Diana，他说艾特方伟时间，蓝树的近况如何？我十分想念蓝树，蓝树快给啊！很多朋友在这里边说很喜欢蓝树的这个观点。苏苏啊，这是频道当中的方伟时间里边在，他说毒品真的很严重，加州有人花钱请新移民的这种老人家呀包装大麻的糖果，免费的发给孩子。Oh my gosh！ 然后 DOH 他说大麻跟治安根本无关，罪犯吃的都是芬太尼，请左转找普渡制药，而不是批评大麻。然后 Andy 呢，他讲他身在芝加哥，晚上根本不敢出门。来自加州的Jennifer Moon 啊，捐给方伟10块钱，非常的感谢。好，那来刚才讲到的芬太尼的这个事情呢，也请大家我们的嘉宾来补充一下。大家认为这个芬太尼泛滥，为何美国政府不重视？这是呢 Kara 的问题。这个芬太尼实际上，我们知道啊，芬太尼实际上是这个中共的90年代的这些这个 military strategies 的，就是这些军队里面的这些人设计的超限战的一部分啊。这个超限战有不同的形式，包括有 这个经济战、金融战，有这个教育战、文化战啊，其中还有一个就是毒品战啊，这是中共的这个用超限战的方式对待美国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啊，所以美国人啊非常的天真，西方人非常的天真，他们不知道啊，这个中共实际上已经在过去30年里面啊一直在对美国开战。 而且呢，到今天为止，唯一的一种战争方式还没有发生的啊，而且很快有可能很快就会发生的是真正的这个军事战争，对吧？所以，我们实际上这个已经在中共的这个战争的阴影下，美国人啊已经生活了近30年，其中之一就是这个毒品战。我补充一句啊，刚才蓝树说美国人非常天真，我真的见识到了。 这次就是在上次就是第一次总统辩论会的时候，在费城嘛，我就赶去这个现场的时候，路上就碰到一些选民，然后就有一个白人的妇女哈，中年人，她就说，她说，哎呀，她说她非常不喜欢川普等等，她说她讲这个芬太尼，她说明明她说还说中国是中国的原因，她说明明她自己政府没搞好，她说美国自己政府没搞好，她说她这么去讲，她说就完全是在 lie， 她。就是这就为什么他非常的不喜欢川普。我说这一点，我说因为我从中国来的，这我说那你对喜欢川普喜不喜欢呢？我们这个不讨论。我说他讲的这一点呢，我倒是可以跟你仔细的说一说。我跟他讲了之后，他说。 哦，那听起来是不是好像中国政府有意让这个芬太尼流入美国的呢？我说对呀，他们真的是不知道。好，我来收个尾巴，因为这一节确实得赶快停了啊。就一句话，在我看来，就是芬太尼就是中共对美国的鸦片战争，就这么回事儿。可是美国从民间到官方都认识不到这一点。 现在呢，中共方面呢是回答，不管哪一届啊，你们当了美国的总统，我们都会跟你合作气候问题啊，都在这样去表态。可是呢，他是把美国当成对手的。现在呢是美东时间的4:49啊，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有今天晚上18个小时的直播，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千万不要离开，我们下一波也有精彩的嘉宾呢坐在这里，跟您继续关注最新发生的热点，以及关注今天美国大选的结果，千万不要离开哦。那我们这一节呢，先跟大家说一声。 再见哦，好。